第八百零一章：追随无始的圣人。小说《遮天》，作者：陈东。不死天皇究竟生于什么年代，早已不可口，因为在太古年间，他就已经是一个传说，是万族心中唯一的神明。他的部下会是什么人？略微一思索，就会让人头皮发麻，堪称上古诸天下凡的神将。三人在与这样的存在作战，去你妹的！真以为还在神话时代？ 早已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的骨头都早该烂干净了。不死天皇刻下的神文就了不起啊！遇上狠人大帝的兵器，照样让你成渣。断德发狠，被撕下一条手臂，鲜血淋淋，让他惨不忍睹。老瞎子就更惨了，刚才首当其冲，胸膛被一只黑色的爪子掏了一个大洞，前后透亮，差点四分五裂。上古吞天魔冠一阵。 虚空力使他陷了进去，出现一口黑洞，吞吐乌光，吸纳十方精气，而后对准了与叶凡交战的生灵。场中两条身影激烈交锋，如两道闪电在纠缠，快到人看不清。刚猛而霸道，强劲而恐怖。叶凡相当的震撼，而今他所入主的乃是一具圣壳，但是却没有在第一时间粉碎对方，可见那个生灵肉身多么的强横。 不愧是太古天皇的部下，果真如神将将士一般。这是叶凡的评价。唯一让他心安的是，与他相搏的人士失去了法力，唯有干枯的身体可用。与他一般，只能肉身相搏。这具干枯的身体乌黑干枯，龙、猴、人、黄等九头并立，一字排开，说不出的怪异。每一个头颅上都有一双阴冷的眼睛。 一道黑色的神环将其环绕，这是他最大的倚仗，可化去叶凡五成的力道，不然终究是不及上古圣壳会给压制。轰！吞天魔贯一颤，古之大地气息弥漫。这个生灵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跟厉鬼一样狰狞，这种声音让人发毛。他跳江起来，化成一道乌光，转身就走。吞天魔贯何等霸道，乃是极道地兵，即便没有复苏。 释放的气息也足以震慑十方，还想走？叶凡冲起，击穿他的神环，一把扭住了他的一条手臂。肉身中是胜过对方，啪嚓，乌黑如干柴一样的臂膀折断，跟神经铸成的一样，入手沉甸甸，一般的修士根本拿不起来。一声凄厉大叫，这只生物冲天而上，对吞天魔冠极度惊恐，想要摆脱，逃遁而去。 然而，他的动作过大，冲到无始道台前。平日这里是禁地，没有无地狱在手，任何生灵都要止步，否则必然饮恨。轰！一道混沌瀑布垂落，交织有一片大道纹络，当场将其碾压成成积粉，化成一片黑色的灰烬，消散在了此地。三人瞠目结舌，无始大帝气吞山河，神威盖世，这里的道纹超乎想象的强大。 这样一具肉身说毁灭就毁灭，根本就没有一丝悬念。叶凡浑身都是冷汗，他这句圣壳也不够看，达到了圣人境界都抵不住此地一缕道纹。无始二字果然可压他万古。老瞎子与段德分别闷哼，身上有乌光在入侵，进入了血肉中，难以拔除。他们通体都乌黑了起来，情况很不妙。打咽一声，最终却被捉了眼睛。我终于遇上了陵墓中的狠角色。 这是太古的尸毒，想除竟难啊！断得浑身冒冷汗，老瞎子也是面色乌黑，他这等强人都抵不住了，肉体几乎干枯了，被一股腐朽的气息所占据。这不是还有药王吗？叶凡将那只被他扯断下来的乌黑手臂掰开，将一株馥郁芬芳的老药取出，照耀出一团朦胧的光。真是不甘，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株稀世药王，却要现在就吃掉。 段德龇牙咧嘴：“你就不想吃？那就都给我！”老瞎子咔咔几口就咬掉了半株，噎得直翻白眼，用力往下咽。“妈的，你这老货，牛角牡丹暴殄天物！”段胖子急了，奋力抢去另外半株，也是几口就咬下去了。不得不说，西式药王有神效，入腹不久就化成了一股神液，让他们的身体都绽放出刺目的神辉。 如同两轮小太阳在燃烧，快速蒸干了一身的黑气，两人的骨头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肉身被快速修复，闪烁宝光，同时让他们的机体更年轻有活力了。药王啊，一株在手就等于多了一条命，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到台上的几株都采摘下来。断德都快流哈喇子了，老瞎子皱眉道：“事情不对，刚才那个生灵。” 明显绝灭了生机，像是一具鬼尸。即便是神药，对他也无用了、啊，不可能再恢复生机。可是他为何不顾一切的抢夺，不惜踏足这片禁地？难道他是想给一个更强大的、还活着的古老生命体用？叶凡道。此话一出，三人都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那具生有九颗头颅的生物之强大，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差点让段德他们死去。还有一位活着的存在吗？ 一阵沉默后，他们只能持着吞天魔罐，随时准备祭出，镇杀一切生灵。只要觉得不对，先杀再说。古坟高大，有无尽混沌气垂落，难以上前。想要攀爬上去很难，飞就更不用说了。再到台前，虚空被禁锢了。无论怎样，我都要上去弄个明白，不然不甘心。叶凡沉声道：“三人绕着祭台而行，观察了个仔细，想看一看。” 从哪里上去合适？当来到另一个方位时，一片赤圣，前方有一堆神元块，光滑刺眼。一个活着的生灵脱困而出，他该不会在附近吧？距离道台如此之近。咦，这里有字。他们在那裂开的神元前发现一行古字，刻在石壁上：“古天书愿为无始大帝护灵一生。”古天书，这不是七八万年前的？ 一尊无敌圣人吗？老瞎子吃惊，对于北域史上的一些强人都有些了解。是他，叶凡发呆。当年他第一次进紫山时，在入口处共发现了数十个名字，其中第一强者就是古天书，烙印更甚神王姜太虚。古天书，一位远古时期的圣人，寻到此地，却甘愿为无始护灵，这可真是让人吃惊。这边有战斗的痕迹，段德叫道。 烙印很明显，战斗的波纹打在石壁上，还没有散尽，让人骇然。三人观察后，全部变色。这是圣人级的战斗，竟在此地发生了，匪夷所思。看这些痕迹，当时发生在两千年前。老瞎子抚摸石壁，做出这样的判断：今与斗战圣元一战，惜败。念他持地狱而来，任其采三株药王离去。依然是古天书的刻字。 清晰浮现在石壁上，三人皆惊，相顾失色。这些句话透露了太多。两千年前，古天书还活着，他一直长存到了当世，传出去一定会震惊天下。斗战圣元一定是西漠的那尊斗战圣佛，他竟然进过古黄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七八万年前的一位远古圣人古天书活到了现在，他封身所用的神元液。 唯有古之大帝才可炼化，难道无始还活着？可是他为何又说愿为无始护灵一生？道台上的大帝真的死了吗？须弥山上的斗战胜佛来过此地，出乎他们意料，那可是一尊大圣啊，法力滔天。同时，叶凡终于也明白了，为何大黑狗曾多次说最讨厌猴子。两千年前斗战胜佛来过这里，多半收拾过他。仔细寻找。 再无痕迹，古天书早已消失，不知所踪。轰！万丈混沌瀑布垂落，叶凡浑身骨头作响，他在艰难的向上攀爬，想登临道台。这里自成一片小世界，道台仿佛耸入九重天上，巍峨而雄伟。老瞎子与段德身处叶凡撑开的黄金圣域中，合力催动吞天魔罐，阻挡混沌瀑布与大道纹络，不然。 即便强大如圣壳，也会被碾压成血泥。这里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涉足的地方，可抹杀远古圣人。轰！周围白茫茫一片，混沌奔涌，如千军万马冲来，压得叶凡步履维艰，快顶不住了。更为可怕的是，大地阵纹出现，烙印在虚空中，密密麻麻，像是一片蛛网一样横断前路。若是没有吞天魔冠，圣人来了。 也得死数十上百次了。这是真正的无缺地文，是无始杀阵。古之大帝除却己身外，当属兵器与阵文最强。那是后人最想得到的地兵与地文并列，悟透一角就可以横行天下。而今无始道文浮现，任人族大圣亲至都要隐恨，没有一点悬念。不得不说，狠人大帝睥睨古今未来，魔冠未经三人催动，以自动而鸣。 抵住了可杀上古诸神的阵势，不行，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会死的。老瞎子道：“吞天魔贯金摄古今，不可能毁在无始道纹内，但是两者间较量时，却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魔贯护佑他们也不行。两位古之大帝跨越时空而间接进行的小较量，所发出的波动，没有人能挡住。”叶凡将六块地狱全部顶在了头上。 但却也不能让无始阵宁静下来。现在每向上走一步，威力就会加深一倍。还有八十一阶，我们最多还能踏上去三阶，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古帝到底有多么强大？他们近乎绝望了。无缺的阵纹刚开启一角而已，以吞天魔贯开路都不行。再坚持下去，他们会被活活震杀。老瞎子向无始大帝叩首。而今人族大劫将至。 请您苏醒吧，救天下人族，平八荒乱，震慑万族。老瞎子认真跪拜了下去。叶凡将那颗雪白晶莹的头骨托在掌心，而后又将弯月形玉坠取出，道：“求见无始大帝。”轰隆隆，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垂落下的万丈混沌大瀑布退却，密密麻麻的道纹也模糊了下去。是那枚弯月形玉坠的缘故。 段德吃惊道：“终于，他们一步一步攀登，来到了道台上。就在道台中心，有一尊雄姿伟岸的身影盘坐，背对他们。黑发浓密，如瀑布一样垂落。从举世皆敌到举世皆寂，古之大帝的悲哀，那是万古的孤独与独自一生的寂寞。”叶凡手中的女圣头骨晶莹洁白，流动出一股奇异的力量，且此时那枚月坠一沉。 落在了头骨上，一缕微渺却饱含感情的波动传出。我只想追寻你的足迹，哪怕一生都只能在背后仰望。微弱的精神印记在轻颤，女生也不知失去了多少万年，这一缕印痕却始终不愿消散。这是她至死都在坚守的心愿。酝酿这个月结束前爆发下，免得被人追债。好吧，请大家多支持吧，求月票，求推荐票。 嗯，多酝酿，多准备，争取下个月也有爆发动力。本章完，第八百零二章《羽化飞仙》。小说《遮天》，作者：陈东。女圣的一缕微弱精神印记传出，让叶凡心中都为之一颤。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用一颗女圣的真心去追寻，却只是为了找到足迹，跟在后方，用一生去仰望，让人唏嘘。能够成为女圣。 必是一代天骄神女，笼罩神环，万众瞩目，傲视天下。然而，他却舍弃一切，独自一人上路，面对冰冷与黑暗的宇宙，不断追寻。漫长的岁月，一个人的独孤路，红粉化骷髅，坐化在枯寂宇宙的一隅。这样孤老一生，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心绪。没有结果，没有希望，最终却是这样一个结局。 宏伟的道台上，混沌气迷蒙。那尊盘坐在地上的高大的身影一动不动，像是千古以来都未曾移动过一丝。叶凡觉得，那枚弯月吊坠能够让无始杀阵平息下去，本身足以说明了一切。在世人的眼中，无始是神伟的，无所不能，涉万族，镇七大生命禁区，兼域外神灵，横扫六合八荒，天上地下无敌，古今皆惧。 然而，任他天大的本领，震古烁今，也不可能逆转时光，改变女圣的命运。他们间必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不然弯月吊坠根本不可能让无始镇宁静。要知道，连黑皇都不能踏足此地，不知无始生死。可惜可叹，古之大帝虽无敌天上地下，但却也是最悲哀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古之大帝强势无双。 镇压万古诸天，横扫域外神明，却也有这样的遗憾。拜见无始大帝，老瞎子虔诚叩拜，段德与叶凡也不例外，认真行大礼，真心拜无始。走上大地路，不畏天，不尊地，不信仰他人，但并不是不近前嫌。无始对人族有大贡献，值得他们去参拜，这是应该有的敬畏与尊崇。大帝，老瞎子在抬头时。 前方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怎么会这样？他们悚然，高大伟岸的身影消失了，不再到台上，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方才见到的是他吗？他们有些怀疑，也许是昔年所留的一道影子。他们仔细琢磨后，认为当是这样，不然古之大帝是何等的强势，一缕帝威就可以压塌天地。如果是真身在此，他们根本无法靠近。 恐怕多半会立刻崩碎，血肉与元神都不复存在。真正的帝师谁曾看过？世上无人可接近。昔年不死天皇退下的皮，都需集到地兵去对抗，不然走不到近前。更何况是大地真身，举世皆忌。这是大地凄凉的后半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始在何方？去了哪里？此时，三人心头疑虑重重。 瑕疵万千，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座道台上竟是空的，什么也没有。道台上一片寂静，混沌雾气迷蒙。他们怀着复杂的心绪，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认真观察每一寸地狱。古老的道台刻上了岁月的斑驳，记述了古之大地一生的寂寞。一人独自盘坐，竟是背对众生。他在遥望什么？道台中心，雄姿伟岸的盘坐身影不见了。 黑发浓密如瀑布的背影却难以从他们心中消失。地上有东西，在那盘坐地有一件碎掉的雨衣，散落在那里，也不知过去多少万年了，一直长存。羽化的道衣，无始大帝该不会是化到了吧？三人心头齐震，觉得有些悲凉。一位最强势的人族大帝，也终是挡不住岁月，连尸体都没有留下。无始没有留下什么。 生前何其神伟，九天十地内独尊；而离世时却是这样的低调，如一缕风一样而逝。死时没有惊天动地，不曾震战世间，就这样随风而散了。这还是那个让诸天万界都喘不过气来的无始大帝吗？他就这样离世而去，这不像是强势无双的无始啊！纵死也会乱天动地才对，怎么可能会选择自化地身？断德自语，突然。 老瞎子身体一震，露出不可思议之色，道、啊：“该不会是羽化飞仙了吧？”段德金道：“什么？不可能！自古以来，谁能成仙？昔日的所有的传说都不可信，都可找到证据是假的。说不定无始大帝真的成功了，强行打破了天地禁锢，成仙而去。”老瞎子眼神炽热。古书中有记载，羽化飞仙其实便是化道，是生命走向了终点。 并非真能成仙，但是也有人反驳，称在那遥远的古代有上古真仙存在，万古为一劫，只能飞仙一人。我觉得是画到了，你们看这里还有灰烬，分明是大地羽化时坟地身所留。断德盯着碎掉的一缕羽化飞仙真身，只能持一件兵器进仙域，灰烬当是其他大地随身物品被毁。老瞎子反驳。 这就更说明了无始大帝化道了，因为无始终还在，并未被他带走。段德道，也许有特殊原因，他没有来得及带走帝兵，只身前往了仙域。古今谁能打开通路？机会稍纵即逝。老瞎子底气不足了。算了，争这些无意义。无论是化道还是飞仙，总之是羽化了，不在这个世上了。一个没有人族大帝的乱世就要来了，还是考虑这些吧。 叶打断了他们，道台上再无其他，几人都一阵叹息。这可真是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很失望。最终，叶凡将雪白的女圣头骨放在了碎掉的羽衣间，葬在了此地。生不能在一起，死后同学吧。他一声轻叹。道台下方的崖壁缝间，一株古药王绽放七彩花朵，摇曳出一片炫目的神辉，整株剔透，清香扑鼻。 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归？每一株药王都是一条命，全部采摘到手。段得道，他很放得开，拉着叶凡让其去采摘。此时他们不敢丢下弯月形吊坠，不然寸步难行，立成齑粉。道台上道纹密密麻麻，这是无缺的无始沙阵，除非大地清至，不然没有人可以进入。混沌瀑布倾泻自道台上垂落，成片的道纹若隐若现。 但却没有伤害三人一分一毫。他们一路攀爬，一口气采摘到了八株古药王。段德与老瞎子激动到颤抖，每一株都可延命四百年。这是一笔多么惊人的神藏！再采摘几株，快抵得上不死神药了。最终，他们浑身都是药香，被古药王映衬的血肉近乎透明了。呼吸古药精华，浑身汗毛孔皆舒张，飘飘欲仙。 当攀爬下到台时，他们一共采集到了十三株古药王。这若是传出去，一定会震惊天下。除却紫山外，其他荒山野岭、各座大荒加起来，恐怕也没有这么多。每一株都要以地乳滋润八九万年以上才行。这下发达了，加在一起，快比得上一株不死神药了。段德兴奋的都快抽搐了。老瞎子也不能平静，眼神火热，近乎癫狂。 不断抹撒一株又一株古药王，入目一片绚烂晶莹。当三人平静下来后，叶凡抖手一扔，将弯月形吊坠抛上了道台，正好落在雨衣间雪白晶莹头骨前。万丈混沌神瀑垂落，道台被淹没了，谁也不能踏前一步了，不然必会成为飞灰。圣人来了也不行。等一等，你们说这座道台会不会是一座大墓？无始的尸体在当中？在离去前。 段德忽然道：“这叶凡与老瞎子都是一惊。以我多年的盗墓经验来说，这很有可能是一座地坟。”段德无比肯定，即便是他们也无力进去。这座道台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纹络。他们若真的去拆，不要说手持吊坠，就是依照阵图去瓦解，都会被抹杀。最终，他们离开了这里。紫山内很大。 还有很多地方他们都没有去转，但叶凡却都没有兴趣了。他只想去吴始忠那里。三人向回走，路过不死天皇的索克的那一排水晶棺时，全都呆住了，而后通体冰凉，心底冒寒气。所有水晶棺都已打开，全部空了，地上有一些黑脚印。此地如森罗殿一样阴冷而可怖。快走！段德大叫。没有人比他对陵墓更熟悉。 见到这一幕，脸都白了。嗷、哦、吼！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凄厉地哭嚎声，像是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到处是乌黑干枯的身影冲向前来。他妈的，全都是不死天皇的部下！这次可真悬了。每一个人都是昔日神话时代的神将，即便这些人都早已身死，没有了法力，但那干枯的肉身也极度恐怕。这么一群冲来，远古大圣来了。 也要被撕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上古吞天魔冠。即便是叶凡入主的圣壳内也不行，这些可怖的厉鬼太多了。有一个活着的恐怖生灵在控制这些枯尸，他是想抢夺药王。上古吞天魔冠一颤，喷吐出成片的乌光，杀出一条通路。他们快速向前跑去，不敢停留。狠人大帝的兵器的确强大，绝对可以横杀一片，但却消耗极大。 可能会把他们吸干，在这个地方不宜死战。三人快速奔逃，一群或生龙头，或常有麒麟身的厉鬼在后紧追不舍。整片紫山内部都暴动了，到处都是尸影。妈的，圣人来了都得饮恨！不死天皇那老货怎么留下了这样一群狗屁部下？段德大骂。轰！终于，他们不得不催动吞天罐，震出了一片可怖是乌光。 不死天皇的部下何其强悍，但还是只能崩碎。不行，太多了，没有集中在一起，且暗中有一尊活着的生灵在主导。老瞎子蹙眉。不过，最终他们终于是退到了紫山最广阔的那片大殿后方，一部石金横陈在此。你们走，我要留下来。叶凡将一块地狱塞进石槽中。你为什么留下来？在此地必死无疑。 快跟我们离开！老瞎子道：“没有办法，太古万族将出世，没有震慑他们的力量，一场前所未有的黑暗动乱必将到来。”叶凡道：“你想做什么？”紫山是我的第一站，我要让无始终联想三个月，震慑人世间，让他们怀疑无始的生死。叶凡道：“你疯了！不要说联想三个月，就是联想三生你，你都会成为飞灰。” 即便是圣壳也挡不住无始终波，我有办法挡住，你们快走！叶凡催促，将一块地狱按进凹槽内，立时迸发出一片光幕，划开了虚空。你敢留下来？我们要是不做点什么，实在是没有脸出去。老瞎子道，坚定不移的要留下吞天魔冠。段德快哭了，但却也没有反对，带着哭腔道：“妈的，你别给我弄丢了！” 三个月后，我来挖坟，盗自己的宝贝。且十三株药王，两人只带走了四株，其余九株全部留给了叶凡，让他续命用。吾始终将想，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将临。本章完。第八百零三章：黑暗动乱序曲。小说《遮天》，作者：陈东。人头大的凹槽内嵌入一块地狱后，柔和的青灰一闪。 划破神虚，将老瞎子与段德吞没，他们就此消失。当年叶凡就是这样从紫山中退走的，横渡到一条地下暗河中，攀登上地表。紫山很难出入，除非拿几道地兵来轰，不然没有希望打开。这里是一处天成的牢笼。嗷吼、哦！四面八方一片狰狞，厉鬼丛生，每一具都干枯如柴，皮包着骨头，有龙首的。 有凤凰翅膀的，有鳄鱼身的，有状若神明的，他们张牙舞爪，到处都是凄厉的叫声，仿若置身在地狱中。这些生灵都很奇异，都是唯一的，代表了昔日一族的辉煌，被不死天皇选中成为部下。不用想也知道生前的可怖。叶凡一退再退，他即便手持吞天魔冠，也不可敢当场横杀一力独自抗衡这么多古尸，用不了多长时间。 身体就会被消耗干。他来到了紫山最开阔之地，吴始终就悬在上方，遮拢了此地，是一片禁区，所有厉鬼都止步了。叶凡无惧，若是让吴始终联想三个月，恐怕紫山中一切生灵都不复存在，全都要被中波化为齑粉，即便是不死天皇的部下也难以遗存。好、哦，四面八方，一句又一句太古神将全都在嘶吼。 将此地包围了起来，每一具都干枯乌黑，湿发乱如草，有的笼罩神环，有的头顶黑月，各个气象不凡，可以看出他们生前的强大。若是复生，必会让山河失色，日月无光，足以踏平天下。因为他们是不败的神将，过去皆有天大的身份，只听不死天皇一人号令，是太古万族的祖先。他妈的，连叶凡都忍不住骂娘。 越是细看，越发觉得恐怖。这批生灵中，有的肉身几乎就是神料，有大道纹在流转，那是法力到达巅峰的体现，极尽升华，道纹都铭刻在了骨头与血肉中，体壳成为了道之载体。这样的存在，不要说一群，就是真的活过来一个，就足以引发天下大乱，可以横扫一域。叶凡真的怀疑，太古可能存在神明，不死天皇的部下太强大了。 难怪他在太古万族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牢不可撼动。嗷吼！一群厉鬼在大吼，黑月悬空，阴河绕体，血日横贯，这些都是伴随在他们身畔的景象，震得古老的石殿嗡嗡摇动，似要崩塌。还好有道文浮现，稳固住了。叶凡明显觉得不对劲，这些古生灵躁动不安，像是接到了命令，要踏进来。到底是什么人？出来一见！ 干枯尸体成片，乌黑的爪子挥动，如杂草乱舞，到处都是凄厉叫声，更吓人了。如在森罗殿中，一阵阴冷的笑声传来，一股怨气如潮一样起伏，最终铺天盖地而来，让人浑身凉飕飕。在众多干枯的黑尸后方，一个高大的身影向前走来。大殿中的温度急骤下降，如坠冰窖内，阴森而又诡异。他浑身长满了可怕的红毛。 长达多半尺，连脸上亦如此，唯有一双眸子阴质可见。他的红色鬓毛很长，如一个最凶厉的魔鬼，给人以无比狠毒与怨恨的感觉，像是要杀尽苍生。叶凡头皮发麻，体内生出了感应，失声道：“你是张陵红毛旋风在地上刮起，夹杂着呜呜声，整座紫山内部都一片阴森，越发的昏暗了。什么是阴曹地府？这里来就是。 没有什么区别，所有厉鬼都在嘶吼，一起向前迈步，要进入这片禁地，将它活活撕裂。外界这些日子以来，风波不断，甚至可以用暴风骤雨来形容。神灵谷生机盎然，但它外面的山脉却是寸草不生。然而一夜间却葱茏遍地，蔓延万里，成为了一片生命原地。他们正式出世，威严、嗯、的声音响起。 谁能提叶凡头颅来投，将永远成为神灵谷的客人。这是要让人族自己杀圣体，同时他们铁血的一面展现，言称叶凡若不跪来请死，三个月内杀尽叶姓大族，让大地上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强势而霸道，神灵谷号令一出，天下震撼。人们知道一场大动乱将要来临了，无法阻挡。神灵谷不过是太古一族而已。 还有更多可怕的种族，皆由祖王坐镇。异族就以这样强横，胆敢扶逆，就要诛杀一姓大族。大地上暴风骤雨，一场铁血风暴将要刮起，人人自危。一些大族甚至做出了投靠太古一族的准备。在这从未有可怕大事，连诸圣地与荒古世家都沉默了，黑暗动乱将要来临。他们现在考虑的不是鼎盛，而是如何生存下去。而在这几日。 南岭蛮族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有太古生灵不时来探虚实。有人传出消息，神灵谷想拔掉蛮族，但是却迟迟未敢动手，因为德西蛮族内有一尊战神。诸多大教皆惊惧，蛮族展现了那样强大的战力，神灵谷还想对他们动手，强势霸道的一面尽现。南岭蛮族，我神灵谷需要一个解释。终于，北域传出了这样的话。 他们发难了，太古王族责问，霸气滔天，这是开战灭族的信号，让天下修士噤若寒蝉，许多人都胆寒。你们何以敢踏平北元王家？你们为何包庇人族圣体于南岭中？你们这是在挑衅我族的威严吗？神灵谷三问，盛气凌人，高高在上，完全是不平等的对话，在以君临天下之态俯视。这些话语一出。 全天下都惊骇了，这是要开战的征兆。南岭有一尊蛮古战神，也不能震慑住古族。一时间，南岭波澜起伏，暗流涌动；北域战云密布，修士皆惊，天下不安，五欲不宁。时隔多年，大乱再起，南岭蛮族将对决神灵谷，后荒古时代最猛烈的一次黑暗动乱将要来临，第一战将要拉开大幕。蛮族很有血性，面对责难。 根本没有逐一去辩解，直接一句就是“去你妈的！”你要战便作战，老子们奉陪。南岭蛮族的硬气与血性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也让不少人热血沸腾。面对太古王族敢如此，果真无愧他们祖先的威名。他们的话语掷地有声，铿锵作响，在人们看来是纯血性，真好汉。即便在黑暗动乱第一战中大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反而会让人更加敬佩。神灵谷德西先是一阵沉默，而后再次发话，让蛮族之主登临北域去做个解释。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神灵谷多少有些软化，对蛮族有些忌惮，但是依然是唯我独尊之态。让蛮族之主亲自去解释，还是高姿态。没什么可解释的，我蛮族行事光明磊落，不会向人低头，绝不会去低三下四。一族之主。 岂是他族一语就可号令的？冥顽不化，一尊将化道的远古圣人而已，不足为虑，一战踏平。这是神灵谷内部的声音，虽然还没有传出来，但是却也透露出风声。神灵谷将要远征南岭，攻破强大的蛮族，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态势。不久后，神灵谷传出极其强势的铁血声音，要求南岭蛮王亲自来负荆请罪。 且要绑缚人族圣体同志，不然后果自负。战就战，老子还怕你们吗？这是蛮族很干脆的回应。族内男女老少齐动员，个个背负狼牙大棒，准备一场生死大战，无所畏惧，上下齐心。在这一日，北域古王咆哮之音震动了群山万壑，整片大的都在摇抖，惊悚了所有人。踏平南岭蛮族，鸡犬不留。 全部诛杀个干净，这是一种极度霸道的气势，震动了北域无尽河山，快速传向五域，所有人都听闻到了大战将起的消息。除非古之大地复生，不然没有人能挽救你们。嚣张跋扈，气吞山河，这就是神灵谷，是太古万族中的一支强大的王族。今日要发动战争了，魔云滚滚，战气冲天。 神灵谷，一艘又一艘古老的战船腾空，将要进入一座巨大的玉门内，前往南岭。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即将要爆发。蛮族虽强大，但是却难与神灵谷并论。因为一旦生死对决，可能会牵连进其他太古王族，那样的话，结局已可预料。人们仿佛已见到了南岭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让蛮族成为历史，一战永除。 这是神灵谷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的声音，昭告全天下：扫平蛮族，就会去斩杀叶姓大族。这是一次铁血的大行动。然而，就在这时，北域传出一个很不和谐的声音：“神灵谷，你们这帮孙子！老子乃是人族圣体，亲临北域杀你们来了！我叶凡来了，必会灭你们神灵谷全族！现在你们出来一个小的，我杀一个；出来一对，我杀一双。” 所有人哗然，因为有人见到那是人族圣体真身无疑，那种黄金血气，那种旺盛的气息，绝不会有错。神灵谷震怒，许多高手齐出，一笑山河崩，震动整片北域。人族圣体，你所说的人族大地在何方？古之大地不显，谁来了都救不了你们。当<打>，就在这一刻，一声钟响传遍北域，压制了所有声音。 浩荡出去也不知道多少万里，让天地一下子安宁了下来，所有躁动、所有杀气全部消失，人们战战兢兢，全都呆住了。天地间唯有钟声悠悠，像是从那远古划破时空而来。神灵谷将起航的战船全部停住，船上每一个人都脸色发僵，簌簌发抖，内心惊惧无比。明天努力写三章，本章完。 第八百零四章，半魔半人化缘天师当年。小说《遮天》，作者：陈东。紫山钟声悠悠，波及千古，划破神虚，动荡古今，响遍大地。钟音一出，天下设伏，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石化，更不知有多少强大的修者在站立。整片北域一瞬间失音，唯有中波轰鸣。它像是一缕太初神光。 划破了苍茫大地，让众生战战兢兢，威压九天十地。宁静多年后，吾始终在想，像是要轰塌万古诸天，但凡修士莫不发自灵魂的颤抖。在这一刻，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跪拜下来，朝着紫山方向顶礼膜拜，发自真心的敬服。不少人族修士热泪盈眶，虔诚叩首，如对神明一样礼敬，浑身都在颤抖。黑暗动乱来临。 无始终波定乾坤，不少人近乎迷信一样喃喃着，不断的朝着紫山方向膜拜，全都跪在地上，不愿起来。人族最辉煌的时期，当属荒古最后一位人族大帝无始所诞生的年代。他镇压八荒陆河，横扫域外，震慑万古新天，鼎盛到极致。什么禁区动乱，什么无上存在，什么不朽生灵，胆敢出现，全部一力镇杀，没有一点悬念。 他的出现，将人族辉煌推向了一个极致，九天十地无不设伏，但却也像是因此而耗尽了人族的气运，自无始逝去，从此没落，大地再难出现，天地元气巨变，大道法则重演。这十几万年来，人族每况愈下，到了当世，连圣人都几乎不可见了，再也无法与那个时期并论。当悠悠钟声不绝，响彻天上地下。 重新听到钟波，但凡人族修士无不激动。难道无始大帝还活着吗？这是许多人类修士第一时间的念头，血脉喷张。无始大帝在线，镇压太古万族，光想一想就让人热血澎湃。人们忍不住有一种想长啸的冲动。人族沸腾，但是太古万族却鸦雀无声。在这一天，全都悚然，许多沉睡的祖王都被惊醒了，沉默不语。 人族大帝与太古的皇一样，天上地下无敌。无始钟波一响，没有人不发怵，全都内心惶然。古皇山是太古万族心中的净土，是朝圣的地方，因为他们心中的神不死天皇就入主那里。然而到了后世，却被无始大帝占据，让每一股生灵愤怒与惧怕。这得要多么大的气魄才敢如此做？长达十几万年了，他难道还活着吗？ 有太古祖王在自语，钟声不绝，响个不停，让他们的脸色一变再变。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预兆。古之大帝难道未死吗？最忧虑者莫过神灵谷，这像是一记重击，又像是一记耳光，结结实实的扇在了他们的脸上。不久前，他们还在盛气凌人，俯视天下，言称除非古之大帝复生，不然将踏平南岭蛮族，斩尽叶姓大族。 可是刚说完，无始钟就响了。这是巧合还是在警告？神灵谷上下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僵住了。这个节骨眼上钟鸣，让他们觉得无比可怕。这还怎么出征？所有升空的战船全部降落，几道中波就止住了他们的征伐。神灵谷上下灰头土脸，这一次兴师动众，但却虎头蛇尾。他们自己都觉得颜面无光，但是却不敢妄动，一切都要等待。 若真的是古皇山内有人族大帝复苏，不要说是他们，就是个大族联手也无用。无以伦比的威慑力，这就是五史大帝。即便消逝多少年了，但是其中一名立时让天地无音，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无人敢抗。将出世的太古各族全都老老实实了，蛰伏在北域巢穴，没有敢有进一步的行动。所有人都在等。 静待一个确切的结果。古黄山内，叶凡与浑身都是红毛的可怕生灵对峙了一天一夜，最终才击响无始钟。钟波不绝，外围地域，成片的干枯肉身成粉，跟烟灰一样散落开来，一点也不绚烂，但是却极度可怕。这些是什么样的存在？不死天皇的部众，每一具都可与圣客争锋，然而在无始钟下却什么都不是。他们的溃灭。 无声无息，中波浩荡，整片山腹，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恐怖无边。若是传到外界，一定会让祖王都惊悚。这种场面让人恐惧，大地神威无量。不过，满身都是红毛的生灵第一时间退走了，带领最强大的一批干尸来到紫山深处，围聚水晶棺前。而后，九九八十一杆黑色的大旗升起，猎猎作响，将此地包围。 护住了他们。这是一群厉鬼的最强古堡，为当年的不死天皇亲手祭炼，九九八十一杆大旗合一，拥有无上古皇威。虽然岁月无情，过于久远，大旗残缺了，但毕竟是古皇所练，依然有不朽的神性，乌光缭绕，阻挡音波。咔嚓，八十一杆大旗发出响声，上面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纹，长时间下去必崩坏。 他们刻有古黄纹不假，但并非黄血赤金、万物母气这样的仙料铸成，挡不住无始中放出的帝威。中波一道又一道，细密的纹络呈现，如涟漪一般蔓延向四面八方，摧毁一切阻挡。啊！一声悲凉的大叫自大气中传了出来，无比的痛苦道：“我是张灵。”最后一声轰鸣，中波消失，紫山内渐渐恢复了宁静。 落针可闻，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传来哒哒的声响，一道身影无比落寞的走来，来到紫山内部最开阔之地。此时，叶凡脸色苍白，钟波停止很长时间后，他才平静下来，凝望远来的身影，吐出两个字：“道祖师。”张林身体上每一寸都有浓密的红毛，长达多半尺，凶狞而恐怖，如一个魔鬼一样。不过。 此刻他的眼神宁静了下来，再无阴森与戾气，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凉。我时间不多，五史中波振聋发聩，但却也只能让我暂时恢复半刻清明。苍凉的声音，无奈的心绪，带着一种落寞。第五代袁天师失踪一万多年，化成了未知的红毛怪物，今日清醒了过来。叶凡心绪复杂，在这种境地下与袁天师一脉的祖师相遇，半魔半人。 再无昔日绝代奇人风采。当年在石寨时，张五爷曾讲述过祖上的一切。袁天师晚年会发生各种不祥，极其恐怖。最终，在其离开的那个夜晚，外面刮起了红毛旋风，有莫名可怕生物长嚎不止，整整嘶吼了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叶凡问道。时间不多，他想清楚的知晓袁天师晚年的不祥。那一晚。 我见到了上几代元天师，张灵平静的到来，坐在广场外的一块磐石上，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前几代元天祖师，那是多少万年前的人了，怎么还会遗存在世间？叶凡心中有无尽的疑问。他清楚的记得，第四代元天师耗尽心力，算计多年，躲进太初禁区，藏身物极必反之地，但终于还是未能避过一劫，晚年发生了不祥。 那一夜，可怕的红毛旋风很大，呜呜如鬼泣。窗外有几道浑身生有可怖毛发的生物走动，凄厉嘶吼。虽然从未见过，但是我知道那是几位祖师。叶凡浑身都有些发寒。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很多万年前的人长存到现在，化成了那样的怪物？我的晚年是通明的，可见到各种诡异之事，比如阴兵借道，成千上万的阴兵阴马自地下出现，借人间阳道。 杀向未知的前方，远古圣人为其让路，静等他们过去。张玲见到了许多可怖的事，无比诡异。晚年时，他身心不受控制，去过神墟，到过仙灵。越是那种地方所见，越是可怕。浑浑噩噩一万年了，我都不知自己做过什么。最终，张玲长叹：“袁天师的命运无法更改，半魔半人，不知过去。”那一夜，他听着窗外的嘶吼。 先是手臂长出了红毛，而后全身快速覆盖，便就此失去了知觉。另外几位祖师呢？叶凡问道。那一夜过后，再也没有见过。张灵道。叶凡觉得有些发瘆。袁天师晚年发生不祥，竟是被数万年前的仙人换走的，怎么很像是鬼叫魂一样？人老后被勾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叶凡问道。天地交泰。 诞生元晶，我们这一脉切开了太多的奇石，道尽了天机，挖开了太多的秘密，冥冥中早有注定。张灵满身红毛，很是恐怖。他叹了一口气，道：“我问你，可曾切出过未成型的圣灵？可曾挖开过史前被封的真相？可曾见到过不敢切的奇石？可曾挖出过阴冥地府？历代元天师都有过很多次那样的经历，晚年发生不祥，早已注定。” 叶凡愕然，而后道：“我只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我只希望你没有这样的晚年，有些痛苦无法承受。”第五大代元天祖师认真的说道：“晚了，我早已切出过一个九窍石人，而今离元天师境界也不算太远了。神虚、仙灵、太初古矿，我都想去看一看，难以避免了。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见到前几代元天师。” 张林只能发出这样的一声叹息，两人都沉默了。最终还是张林打破了宁静，道：“你进紫山所为何来？太古万族出世了，黑暗动乱将要来临。我想推迟这一天，让无始钟波震慑天下。”叶凡如实道来：“黑暗动乱又来了吗？”第五代元天师自语，而后抬起头来，满身红毛抖动，眼中绽放冷芒，道。 那就让我发挥出最后的余热吧，袁天师一脉，我与你共镇北域，就我们两人。叶凡惊异，张林镇静的开口道：“还有一批死神，虽然他们走出紫山，只有一夜的生命，在晨曦破晓的刹那会随风而散，成为历史的尘埃，但也足够了。”第一章到，晚间还有两章，本章完。第八百零五章：无始终，联想三月，小说。 遮天，作者陈东。北域一片宁静，太古万族皆惧，蛰伏不出，不敢有任何动作。但是天下各地却已沸腾。五始终响，如太初的第一缕神光划破黑暗，照亮了人族前路。五始大地复生，将镇压万族，这是所有人都在相传的事，到处都是议论，打破了多日的宁静。也许是压抑的太久。 许多人都一厢情愿的认为，古之大帝真的要出现了，将打破现有的一切格局。然而，钟声并未持续多久，戛然而止。许多人都在紧张等待，不少人甚至有些惶恐，生怕又是永远的沉寂。为什么会这样？巫使真的还活着吗？人族忧虑，太古万族则冷漠。所有人都在关注，全都在默默等待。在这一刻，神灵谷的人长出了一口气。 紧张的神经放松了一些，脸上皆出现一股冷冽的杀意。两天过去了，可是紫山却再无一丝动静，中波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些太古族强者脸上冷漠的笑意更浓了，神灵谷的绷紧的心弦松弛，战船云聚，虽未行动，但却随时做好了准备。紫山中，叶凡与张林坐在一起，吞天魔贯悬在上方，沉沉浮,浮浮，有成千上万缕。 乌光垂落而下，将他们遮拢。叶凡在以古之大地的兵器镇压，想帮第五代袁天师褪尽一身红毛，除去体内邪气。然而，两天过去了，却无法改变张灵的命运。红色尸毛减少，但是他的肉身却发出了腐烂的味道。不要白费力气了，当我恢复正常，也就是我生命终结之时，袁天师叹道：“世上谁人能不死？” 一句话难住了多少天骄人杰，连古之大帝都轰然倒塌在了岁月中，归于尘埃。袁天师，傲行天地自然中，掘尽地下秘密，可得今世奇珍，能够为己续命，但是却不能不朽。张灵晚年消失，至今已过去一万载了。常人谁能活这么久远？他不是大成圣体，更非人族大帝，若非成为妖邪，早已朽灭了。而今。 叶凡想强行曲尽他体内的的一切玄机，终只能让他腐烂，成为一具死尸。张林并没有失望，他活了那么久的岁月，早已是寿元干涸之人，不恋长生。古之大帝的兵器果真霸道，可以镇压我体内的玄机。而今我终于可以保持清醒一段时间了。前辈，不久前你为何要抢夺我手中的药王？难道需要他吗？叶凡问道。是啊。 我为何要这么做？浑浑噩噩，为什么有这种本能？张林自语，而后猛地抓住了齐腰的血色长发，他露出痛苦之色，而后喃喃着揪下一撮又一撮可怖的红毛，走来走去，最终眼中露出骇人的神色。嗷、哦、吼！最后，张林发出了一声如野兽一般的嘶吼，双眸赤红了起来，如风一样奔跑而去。他穿行过一座又一座古洞。 消失在小径的尽头，如受伤的野兽嚎叫。很久之后，他才出现，怀中抱着一块巨大的圆，当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如出水莲葩，无暇无垢，清丽出尘。是他，叶凡惊异。昔年他进入紫山时，除却相遇神王姜太虚外，还见到了一个封于园中的女子，就是此人。救活他，张林声音嘶哑。 叶凡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一万年前的瑶池圣女杨仪。他曾听张五爷说起过，杨仪是张灵的红颜知己。得知其晚年发生不祥后，心伤欲绝，不顾自身生死，毅然进入紫山，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世上。当年我负她太多，死后还累及她陷入绝地。张灵的声音在颤抖，长满红毛的双手在哆嗦。这块原神圣气息弥漫，光滑内敛。 叶凡一呆，当年还真是走了眼。这分明是一块特种神元，通常的神元色泽金黄。那时还没有学元天书，那里得知还有其他颜色的神元，并不了解。不过这并非是神元液而成，是张陵阵列后将杨仪封进去的，以进仙六封的手法，混同其他神元粉，嵌入那些裂缝中，阵封了一万年。杨仪入紫山，为幼元天师殉情。 张灵半魔半人，成为红毛怪物后失去了神智，却还有一种本能要救杨怡，让叶凡一阵感叹。当<答>，五始钟又响，这一次响声不绝，始终不停，震撼全天下。一天，两天，十天，十几天过去了，钟声不息，悠悠而鸣。五欲震动，人族沸腾。这就是五始的威名，无论过去多少年。 钟声一响，依然震撼人心，所有人都紧张。太古万族这一次真的怕了，谁能让钟连响十几天？匪夷所思，身在近前，必要被震为齑粉。神灵谷这次彻底被震住了，蠢蠢欲动的心思一下子凉了，如冷水泼头，不敢轻举妄动，静静蛰伏。当<答>，两个月过去了，无始钟依然在响，让整片北域一片安宁。 没有一个古生灵敢出头，全都被镇住了。这是一场天大的波澜。现在许多人都相信，无始大地显化了，不然怎能有这么长的中波？紫山中，叶凡脸色苍白，这两个月来也不知咳了多少口鲜血，每过两日就咬一口药王。他身在吞天魔罐中，挡住了所有中波，但是极道地兵无匹，即便是最轻微的震战，也是致命的。 魔盖将罐子密封得严严实实，他身在当中，但纵然是这样，也吃尽了苦头。若非攥着两块绿铜，早已成为了一滩血泥。两件帝兵在对峙，每日他都会催动魔罐，射出一缕乌光，轻击上面石壁中悬挂的大钟。若非有极道魔罐，若非有绿铜，即便是圣人，也早已成渣了。没有人可以挡住钟波，那是毁灭性的。吾始终可以自明。 这是超乎想象的，像是有人在催动一般，让叶凡深刻体会到了它的可怕。难怪当年数件地兵奇轰都未果，当世也许唯有吞天魔冠亦如此。完整合一后，无人控制也可复苏自明，可对抗无始钟。当钟波不绝，联想两个多月了，叶凡所入主的这具圣壳已出现一道道裂痕，他到底还是被殃及了。不过。 这两个多月以来，他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大钟轰鸣，魔冠震动，道纹纵横交错，到处都是。他身坐吞天冠中，手持两块老铜，一边护体，一边默默体悟与修行。这两个多月胜过二十年。到了这一刻，他才明白，仙三斩道何其艰难！不要说两个月抵二十年，就是抵二百年也一样。仙三斩道，他到底要斩掉什么？ 叶凡被卡在了这里，他近乎迷茫了。他发现羁绊太多，整个人都该被斩掉。自古以来，这道关卡也不知道拦住了多少精彩绝艳的人。古书有记载，上古有几位惊动古今未来的逆天奇才都陨落在了这一关，不然也许会多上几位大帝。且有传说称，人族大帝中亦有人几乎败亡在仙三这道坎，可想而知有多难。 庸才不可能闯过去，但是越是强大的人，所遇阻力可能也会越大。所谓的天资，可能会成为前路上的天堑鸿沟。听五史钟鸣，看吞天魔冠阵，叶凡静静体悟，一动不动，即便身上又多了一些裂痕，也无所畏惧。圣可眉心内一尊金色的神灵盘坐，那才是他自己。抱顶合道，聆听中波与魔冠的韵律，不断悟自己的道。先三斩道。 要用一生去拼，但却不酬情，难有结果。天斩人道，毁掉根基。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从来没有一个人能顺利过关。古之大帝亦如此，要以生命来斩道。两个多月来，聆听道音，圣壳仙台中那尊金色的小人越发的璀璨了。爆顶合一，绽放出九道不朽的神环。他迈上了仙台二层天第九个小台阶。是的。 如果不是有两件帝兵在对峙，如果不是在一尊圣人的肉壳内，他早已渡劫了。相信一旦回归本体，肉身与元神一致，他会立刻渡劫，成为二层天最绝巅的强者。至于仙三，太艰难了，这一步怎么努力也迈不出。最终，他叹了一口气。当最后一声钟响，紫山慢慢归于清明，钟波在这一日消失了。三个月了。 叶凡终于是坚持了下来，仙台中的元神越发的璀璨了，强壮了很多，爆顶而居，如一尊不朽的神。强大如远古圣人的体壳，躲在极道地冰中，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但终究是没有毁掉，保存了下来。可药王几乎耗尽了。叶凡并没有将这次经历当成磨难，而是用心去体悟。三个月以来，面对无始终波与吞天魔贯的轰鸣。 也会让他受用一生。此时，整片天下都被镇住了，没有一个人不敬畏。太古万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全都胆惧。这三个月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族修士向紫山跪拜，近乎是朝圣，一步一叩首。而太古万族则噤若寒蝉，隐在巢穴中，一步也不敢出。吾始终联想三个月，天下设伏，众生战战兢兢，但是却也不知道。 一场更大的风暴将要来临，远远不够。只闻中波，不显地数，怎能设伏？叶凡自语，而后对吞天魔罐内转音道：“祖师，你我该带上死神走上一遭了。”第二章道，本章完。第八百零六章叫嚣古族。小说《遮天》，作者：陈东。等杀鸡儆猴。 要养出最肥大的一只，鲜血淋漓的杀掉，才会有最强大的威慑力。张林很镇定的说道，但却有一种可怕的杀气在弥漫。五始终联想三个月，北域各族鸦雀无声，连强大的太古祖王都心中惶然。这就是人族大帝的威势。钟波一想，名动天下，九天十地，但凡生灵无不设服。神灵谷、万龙朝，神残岭。 血皇山全都被镇住了，诸多不朽的王族内心忧虑：古之大帝若出，谁可抗衡？在这三个月来，也有古生灵外出，都是在与人族各大教联络，姿态很低，想要通过他们摸清状况。然而，所有王族都失望了，谁也不知道紫山的状况，根本探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三个月以来，人族最为激动，从开始的热泪盈眶。 到最后的血脉喷张，热血沸腾，都希望再现人族昔日的辉煌。许多人族修士从四面八方赶往北域，一步一叩首接近紫山，是以朝圣之心在膜拜。为什么会这样？谁可挡住岁月？谁能活过千古？不死天皇都消失了，人族的无耻凭什么？神灵谷中，一位恐怖的王在低沉的咆哮，让整座神谷都在摇抖，将一片天穹。 都要震落了下来，这是一场阴谋，我不相信有人族大帝可以活下来，没有人可以活这么久。恐怖的祖王低语，让神灵谷上下皆惊悚，许多下位者都在哆嗦。祖王，不若我们遣出一些人，不泄露身份，去大杀四方，灭掉一些人族大教，如此试探一下。一个古生灵提议。那名祖王一眼望了过去去，如同千万年，双眸中像是有轮回之力。 说话的人当场横飞了出去，几乎成为一堆烂泥。现在这个节骨眼，即便有所怀疑，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真有人族大帝复生，那是在自寻死路。不光神灵谷，就是其他各族也都如此。虽然恐惧，但却也在怀疑。不成仙中有寿元境时，连太古的皇也活不了十几万年。凭什么人族大帝凭什么可以长存？ 武史再强，也不能活这么久。当彻底冷静下来后，太古各部皆有怀疑，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跳出来。谁也不愿当出头鸟，万一被打中，那将是暴死。人力有尽时，不可能催动武史中三个月无地显化。如何做到这一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有古王在恐惧，不知武史中可以自明。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北域一片沉寂。 暗中却是波澜起伏，各族互通，暗流涌动，再加上去紫山朝圣的人族修士，北域的形势一片复杂，笼罩了一股妖异的气氛。无始不可能还在这个世上，早已死去很多万年了。终于，一个人第一个站了出来，观点鲜明的阐述自己的立场。天皇子站出，且是在北域神城道出的，并非私下说，向太古万族传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顿时，平静多日的北域一下子被激起了轩然大波，气氛一下子又紧张了不少。太古族中谁最有资格说这句话？非他莫属。不仅因为他是不死天皇的子嗣，而且因为他出自古黄山。在这些日子以来，他进出各大王族，明确的阐释自己的观点。无始早已作画多年了，无需惧怕。一时间，骇浪滔天，宁静的北域。 仿佛又要迎来一场暴风骤雨。当时，如果说谁最痛恨无始，那么飞天皇子不可。古黄山属于他的父亲，但最终却被无始占据了，这是一种大不敬，是他父亲的羞辱。在许多古族眼中，鸠占鹊巢，这是抬举无始，亵渎神灵，才是事实，是为大罪。无始死了，若说神灵，唯有我父。天皇子坚信。 咬定这一口，他言有所指，无始算什么？都死去多少年了？如果说谁能成仙，他的父亲不死天皇是唯一的。天皇子地位尊崇，在万族心中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连许多太古祖王都对他礼敬，别无其他，只因他体内流淌有不死天皇的神血。他这样站出来，一番言论引发一场大动荡，古族许多人都在附和，深表赞同。 更是有不少人在等待紫山是否还有动静。可笑，一个死去多年的古皇而已，被人神话也就罢了，连其子嗣也装模作样，以神之子自居。无始大帝平了你父的坟，你怀恨在心就直说，何须这样泼脏水，拉上太古王族陪葬？不过也是，无始大帝何等的身份，岂会理会你这样的蚁虫？不过各大王部就难说了，在这一刻。 人族有人站出，这样说道，许多人吃惊，连太古各族亦在关注。有人亲眼见到说此话者，浑身黄金，血气澎湃，淹没一方天地。人族圣体，我斩了你！天皇子传音，在这微妙的大背景下站出，毫无惧意，不怕人族地威。天皇子，你这个鸡蛋，当年我从瑶池将你切出来，却不思回报，来吧。 我宰了你这个白眼狼！人族圣体强势回应，只是说话有点损。北域不再平静。天皇子是何等的身份？人族圣体又是怎样的体质？这相当于种族间未来种子的一次交锋对话。远古，你的西瓜也滚出来！这次连你一块宰了！在人们还没有从吃惊中醒过神来时，人族圣体又叫号了，指名点姓叫另一位古皇的子嗣出战。 北域一片哗然，人族吃惊，古族惊怒。人族圣体实在胆大包天，叫板一位古皇之子也就罢了，连点两名，有些过分。圣体，我必亲手劈了你！远古战初做出了冷酷而无情的回应：“你个西瓜，还有那个鸡蛋，都赶紧给我滚过来，一起炖了你们！”人族圣体叫嚣。然而，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三位未来正道路上必将相逢的人，不知为何总是错过。天皇子从神城扑杀到了开元城，人族圣体从开元城杀到了神城，远古从天魔山杀到了神城，人族圣体从神城杀到了天魔山。远古，你个西瓜！天皇子，你个鸡蛋，跑什么跑？等本座一脚来碾死你们！不要逃！人族圣体气吞山河，惊得人一愣一愣的。天皇子默然。 不为所动，远古冷酷，眼神更森寒了，全都停在了各自的地狱，静等对方杀来。神灵谷，你们一群锤子，真当自己是太古的皇了吗？还想号令天下，让南岭蛮族来朝拜？你们脑袋撞墙上了，还在撞在自己的屁股上了？所有人都发呆，谁也没有想到人族圣体嚣张到了这种程度上，丢下两个古皇之子不管，又挑衅上了神灵谷。 南玉厉天、李黑水、姬子月等全都发怔，都觉得有些诡异，这不太像是叶凡的行事风格。神灵谷震怒，恨不得立刻毙掉叶凡，当天就遣出了大批的高手，但是却一无所获。神灵谷，你们这帮锤子，还说让本座去跪在谷外请死，我请你们个大爷！子天都是我杀的第一个，接下来你们的小的出来一个，我才死一个。 日后必灭你们全谷，太他妈的嚣张了！这是所有古族都想骂出来的话。一个人族而已，敢这样在北域叫嚣，人族众多修士也都傻眼。圣体生猛的一塌糊涂，真是个盖不论，遇谁踩谁。那个西瓜，还有那个鸡蛋，本座等你们多时了，怎么还不过来？诅咒完神灵谷，圣体又开始叫嚣两位古皇之子，天皇子的手下。 远古的追随者鼻子都气歪了，很想大骂出来：“是你要等在原地决战的，怎么又变了？”不过天皇子却很沉得住气，直接去了神灵谷，而远古自己的眼神也冷冽无比，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去杀南岭蛮族，让那里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到时候人族圣体必来拼命。天皇子的话很简单，但却充满了杀气。到了神灵谷后。 只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他的身份太显赫了。作为神明的后人，被祖王都带为上宾，非常客气。这不太好吧？吾始终联想三个月，而今谁敢妄动？万一人族大帝真的复生了，那将是灭族大祸。神灵谷的一位祖王蹙眉，庞大的身躯如山一样巍峨，压迫的人要停止呼吸。他的背后生有数十对巨大的羽翼，越是这种极数的恐怖存在。 越想保留一些种族特征，你们去灭掉南岭蛮族，将人族圣体的万物母气鼎给我夺来，我借你天皇古今第一卷一观。”天皇子默然地说道。“什么？神灵古今第一卷？”神灵谷的一位祖王当时就惊得站了起来，如山岳一样的庞大身躯无比慑人，背后数十对羽翼铺展开来，一下子遮住了天上的那轮明月，冲起滔天的魔云。不死天皇。 太古万族心中唯一的神明，他所留下的天皇经被称为神灵古经，但凡古族莫不想一观。那是需要他们顶礼膜拜的无上仙经。传说只需观第一卷，就会窥到生死之奥秘，有成为神灵的古道可证。能观一卷神灵古经，太值得冒险一试了。因为他从心底相信，人族大帝无法活到现世来，没有人能有那么悠长的生命，这是一个致命的疑点。好。 那群野人该消失了。血洗南岭，给人族当头一棒，让他们从幻想中醒来。这位祖王说的很平淡，眸子中山河崩塌，日月沉坠，血流成河，有万古轮回一样的沧桑与力量。好，天皇古经第一卷，我等你来拿。请神之子放心，我必会将人族圣体的人头与他的鼎一同送去，血洗南岭。不过我需要时间。 天皇子离去了，这位祖王依然站在当地，魔气滔天，如一座不朽的巍峨魔山一般。祖王，现在这个时候出手，是不是？哼，我不是说需要时间了吗？现在给我静等，直到紫山消息确定下来。不过现在可以试探了，调集战船。北域悚然，因为有消息灵通之辈得悉，神灵谷又将对外开战了。战船轰鸣，随时会远征。夜月下。 紫山外是一片可怕的身影，全都身穿宽松的黑衣，披着黑色的大氅，随风猎猎作响。远远望去，如同一片死神一般。他们都一动不动，唯有黑色的衣服在舞动，本身如石化了。一块巨大的神元被叶凡切开了，他学有元术，以近乎出神入化之境，离元天师不远了，自不会伤到那峰的人。这个女子当年为寻第五代元天师进入紫山。 殉情而亡，只留下了最后一缕生机，被张林封于神渊中。杨怡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美眸紧闭，像是睡美人一般安详无比。叶凡虽然耗尽了药王，但身上却还有真龙不死药液。对于还有一线生机的人来说，喝下去后想死都难。将几滴真龙神药液渡进他的身体中，一轮如明月一样的光华绽放，点燃了他的生机。仅过去半刻钟。 他就醒转了过来，神月高挂，月光皎洁，他无比的迷茫，大眼慢慢有神，像是回想起了一切。不要问什么，有一个人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叶凡道：“张玲，那是你吗？要去哪里？为何不肯与我相见？”杨怡目运泪光，盯着前方，没有转身，没有回头。那个身披黑色大氅的男人带领一群死神大步向前而去。 张林，我知道是你。杨一哭泣，大步向前追去。第五代元天祖师用大氅将自己浑身都是红毛的可怕身体包裹的很严很紧，没有露出哪怕一点。沙哑着声音道：“姑娘，你认错人了，这已经是一万年后了。张林死在了一个朝霞升起的清晨，随风而散了。”说罢，他再也不肯停留，带领一群死神快速远去。只有一夜的生命。 当第一缕晨曦出现时，就是他与所有死神化成飞灰之际。他没有时间可以停留，杀！杀出一个朗朗乾坤来！第五代元天祖师大喝道。叶凡默然，他不想见到这一幕，但是却无法改变第五代元天祖师的决心，以死镇北域。张林不想以这个样子见到杨怡，他想留给对方一段永远美好的回忆，不要触及现在的一切。张灵，你回来！ 杨怡落泪，张林让我告诉你，要好好的活下去。第五代袁天师最后一声大喊，声音有些颤抖，而后与一群死神冲向了远方。叶凡大步跟进，随同而去。本章完。第八百零七章：死神来了。小说《遮天》，作者：陈东。清冷的月，宁静的夜，山川起伏，一片枯寂。在这夜月下。 一群死神行走于大地上，宽大的黑衣将他们裹得很严实，甚至连头部都被遮住了，无声无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死气，明雾起了，阴冷的气息更浓了，将他们淹没。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杨怡一路追了下来，脸上挂着泪水，刚刚复苏，鞋子都已丢掉，不顾仪表，持着洁白如玉的脚踩在冷硬的地面上，冲进死神中。他想抓住张玲。 问个究竟，看个明白。但是那道身影太飘忽了，无法接近。而今的袁天师实力之深超乎想象，一万载的岁月，体如渊海，邪气滔天，半魔半人，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张玲，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紧，你停下来。杨怡哭泣。叶凡最见不得这种场面，轻叹道：“祖师，如果就此一去不回头，或许才是。” 你一生最大的遗憾，阴雾遮蔽了心域，天地间一片漆黑。张林放缓了脚步，慢慢停下来，浑身都处在宽大的黑衣中。杨一上前，眼中噙着泪水，静静的看着他。张玲缓缓揭,揭开了黑色的头套，掀开漆黑的大氅，露出真容，浑身都是血色长毛，长达多半尺，连脸上都密布，看不清真容。杨一缓缓伸出一只玉手。 摸向那张脸，挂着泪光，道：“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都是从前的张玲。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一直跟随。时间不多了，天明我就要消失了。”张玲声音嘶哑，要继续上路。“我去，你同去。”杨怡道。“不行。”张玲摇头。“为什么？只有一夜的生命了，你为什么还不让我跟在身边？”杨怡垂泪，怔怔的看着他。 叶凡也不解，向前望来，除非你一直活下去，不然就此离去吧。张玲嘶哑道：“杨怡大哭，撕心裂肺。”张玲伸出手，想要帮他擦去脸上的泪水，但是很快又将在半空中。那是一只红毛密布、乌黑指甲、锋锐森森的爪子。杨怡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悲痛欲绝，伤心大哭：“是我负你太多。” 很久后，张玲终于颤抖着说出了这句话，仰天站在那里，不让泪水滚落。大风起了，明雾弥漫，他们再次上路。黑衣死神中多了一名白衣丽人，张玲也脱去了一身黑衣，化为一个红毛怪物，两人并肩而行。雾气卷天而上，阴森可怕，遮星蔽月。他们像是来自地狱的阴灵，手持死神镰刀，去收割人世间的生命。 仅有一夜的生命，晨曦破晓，他们将化成飞灰，永远不复存在。没有时间驻足，他们风驰电掣。而这个过程中，张灵不断出手，将一条条龙脉拘禁而出。这是一种可怕的画面：一条条大龙，长达数百上千丈，化成一道神光，袁天师轻易抓进手中，抬手拘龙脉，随意抓神元矿。这是何等可怕的场面！ 在这一路上，四面八方也不知道有多少条大龙被拘来，如虫子一样被他轻易握在掌心。叶凡惊骇，而今的第五代元天祖师一万载不死，果然成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无可匹敌。他不禁想到了第三代元天师祖师晚年发生不祥，化成怪物，葬身秦岭龙洞内，最终需要青帝杀念出手。看到了吧？ 我们这一脉也可正道，只是这条路比较偏僻。很显然，第五代元天祖师在指点。最终，他将一道烙印点出，化成一道青灰，没入叶凡的仙台内，道：“这是我晚年所悟，以及近期所想之术，一并传你。希望你没有不祥的晚年。”在紫山时，叶凡聆听无始钟波，静观吞天魔贯道光，明悟天地大道。张灵并未传他这些。 而今才一并相授，杨仪与袁天师并肩而行，看他摘星拿月，拘禁大地龙气，改变山川地脉走势，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行走北域，无人可挡。将要攻打神灵谷，那是一个太古王族的聚集地，定然会遇到无法想象的大敌。张灵在准备，神灵谷地处在千山万壑间，原本寸草不生，但是今天方圆万里内都已是绿意蓬勃。 一名祖王威如同一座小山一样岿然不动，盘坐在一座不朽的祭台上，眸子中充满了沧桑，有宇宙演化，有天地初开的情景，无比摄人。在远处，古殿一座又一座，有很多古生灵，无比的繁盛，一个个全都强大无比。他们无法与出过太古皇的几大族媲美，但却也是名副其实的王族，有君临天下之势。祖王已经查清。 南岭蛮族的战神是他们的第十七代宗族，的确法力滔天，强大无比，但是却将化到了：只要走出神元，会立刻成为大道法则，归于天地自然中。一头狰狞的古生灵，生有四头八臂，跪伏在地，一脸的虔诚与恭敬。杀这样的南岭蛮族，不会费太多的力气，一战全灭，血染南土，很容易做到。另一个古生灵道。 他身份很高，盘坐在祭台下。紫山多半如天皇子所说那般，并无人族大帝复出，根本无皇气一出。半个月来一直很平静。又一名古生灵开口：“那还还等什么？杀！血洗南岭，杀尽蛮族，抓住人族圣体，让他跪在谷外等死。”有人森然道：“不错，要让那个人族圣体跪死在谷外，直接斩掉头颅太便宜了。” 更远处还有一些没有资格跪坐的古生灵，全都森然附和。祭台上那个祖王眸光一扫，像是有千万年流转而过，让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再不敢开口。杀，自然要杀，要让大地上血流成河，一切阴谋诡计都无用。不过却还要等，确保万无一失再出手。祖王的子嗣开口，恐怕也唯有他们敢在此时出言。你们看着做吧。 要杀就杀个干净，这名祖王森然说道。背后数十对羽翼张开，滔天魔气冲上，将祭台淹没。他不再多说。在这个宁静而清冷的月夜，一群死神降临，阴雾浮动，无声无息，但却有一股肃杀之气。相距神灵谷还无尽遥远，他们就止住了步伐。叶凡与张灵走出，让他们等待，不要妄动。一座座魔月如同撑天之柱，巍峨高耸。 在那最中心的山脉中，一片灵光冲天，在夜色中格外明亮。那便是神灵谷，这可真是好地方。叶凡叹道：“此地被大龙环绕，神脉一条又一条，地下碧蕴神元矿。一万年前，我便踏足过此地，发觉地下沉睡有古王，没有妄动。”张灵道：“两人并列上前，将在路上拘进来的龙脉元气等打入这片山脉间。” 注入到特别的山峰中，元天师之术神乎其神，奇异到极点，神秘到极致。抬手间，掌心飞出成千上万条小龙，接近地表时无尽放大。叶凡知道，神灵谷完了，不说其他，单是这种可怕的元素就足以焚尽一切。地下无尽的神元，再加上拘进来的一条条龙脉，按照元天禁忌大阵排布，那将毁天灭地。 足以断烧远古圣人。今日神灵谷将除名，我袁天师一脉镇压北域，还人族一个太平。张林的声音铿锵有力。此战过后，太古族的震撼已经可以预料。一旦抹杀神灵谷、万龙朝、神残岭、血皇山等地，定会大震动。一场席卷天下的大风暴将就此开启。袁天师是什么人？奇术惊天下。 冠绝一个时代，尤其是当今的张陵，半人半魔一万年，更是不可想象。不说元术，单论实力，就以夺天地造化之妙。此时他与叶凡一同出手，自然无声无息，刻写密密麻麻的元天禁忌大阵。除却神灵谷的祖王最后生出了感应外，其他古生灵根本不知。哼！一道冷哼传来，神灵谷中两尊祖王先后醒转。 眸光冰冷无情，化成四道可怖的光束穿透而至。枪，袁天师弹指，将四道光束全部化于无形。可以动手了。叶凡沉声道：“轰！”这片山脉光华刺目，腾起无尽神芒，穿破云霄，如同一座永恒的神炉一样，熊熊燃烧了起来。神光将此地淹没，成为一片恐怖的绝地。 元天竞技古阵全部开启，各种纹络交织与密布，封锁四面八方。杀！叶凡一声大吼，圣壳内一杆战歌飞出，被他握在了手中。此外，还有一口残缺大钟，古朴而后沉，悬在了其头顶上方。随着他一挥战歌，四野一名又一名黑衣死神出现，将神灵谷全面包围。嗷吼！元天师跟入魔了一样，满身红毛张开。 无比骇人，向神灵谷中杀去。神谷内亮如白昼，叶凡与张林布下元天古阵，这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活活焚成飞灰。不过，祖王显然不能这样杀掉，他们实在太强大了，也许会突破出来。一声恐怖的咆哮，天穹都要震塌了下来。一名祖王冲了出来，对上了张灵。在元天师的掌心，飞出成百上千条大地龙脉。 初时如细小的霞光，但是绽放开后压塌天地。轰！这是华克城的禁忌元天道纹，在这一刻飞出去后，全部炸开了，威力之强也不知道要比当年欧阳叶所刻的强大多少倍。啊！这头祖王大叫，向前伸来的那只大爪子虽然化成了一个掌中小世界，里面开天辟地，山河流转，但终究还是炸开了。与此同时。 张灵大吼，化为道魔，一冲而过，噗的一声，抓断祖王的一条手臂。你们是什么人？刚一交手就吃大亏，这名祖王简直不敢相信。无始大帝坐下，张灵，袁天师又出手了。人族圣体叶凡，叶凡也大吼，入主在圣壳内，依然无惧，一拳向前轰杀而去。黄金血气滔天，神灵谷内喊杀震天。 死神来了。远处一座山崖上，一名白衣女子轻吹一根玉笛，凄伤而绝美，无比的伤感。第一章到。今天陈东将要努力奋起，请兄弟姐妹将月票投来。今晚还有两章，如果大家给力，明天什么的会一直继续下去奋起。本章完。第八百零八章：英雄气不减当年。小说《遮天》，作者。 陈东，万山耸立，群峰巍峨。在这个深夜，神灵谷光华冲霄，赤圣耀眼，如古天庭的神炉在燃烧。此时，谷内喊杀震天，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这是血与生命交织的悲歌。许多人杀到疯魔。谁能想到太古王族会遭受攻击？从来都是他们君临天下，大杀四方，俯视大地。而今，在这个清冷的夜月。 却有这样一群死神从天而降，杀到他们的地盘，超出了预估。噗，鲜血淋淋，这是一幅血染的画卷。叶凡手中战歌一挥，顿时血沫飞洒，一片古生灵被拦腰斩断，横飞出去十几米远，死尸倒了一大片。没有什么话语，没有纠缠不清的道理可言，有的只是生死的搏杀，用血与骨去演绎一首热血战歌。啊！ 第五代元天师如同成魔了，仰天大吼。此时已杀到狂，浑身血色长毛齐张，如同一尊不朽的赤猿，与那位祖王对决。道横在其脚下，数不清的元天纹络出现，闪烁骇人的光华，将其缭绕，蔓延向四面八方。许多古生灵崩碎。在这一刻，神灵谷这处万劫不朽的神土，成为了他的力量源泉，各种龙气、元力。 如同百川入海，向他汇聚而来。轰！一拳洞天，张林满头红发如潮，疯狂舞动，大开大合，攻杀这尊太古祖王，根本不像是一个元天师，倒像是一个斗战圣者。这名太古祖王被撕断的臂膀早已再生，背后数十对羽翼一展，无尽黑色的魔气滔天而上，嘶吼着冲向前来。这是一场圣人级的对决。 在他们的拳掌间，一片又一片大道痕迹迸发，成为一片炽盛的道光，有各种妙音发出。他们每一击都是在演化道的大道的起始法则的本源，以及蕴含有开天之秘，成为了一场恐怖的道之战。不、oh，如天刀斩朽木。张林双手合印，迸发出一道灿烂的红，展开道痕交织的网，扑杀到近前。近距离对决，鲜血飞溅的画面。 双手和印飞出的道光几乎斩下这尊祖王半边身子，有几对神翅被切裂，坠落了下来，神羽慢飞舞，片片沾血。这名太古祖王虽负伤，但的确很强大。一双巨大的爪子破开道光，生猛的穿插进来，刺入张灵的肩头，差点将其双臂撕下。浮雪冲起，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太古祖王的可怕魔爪都差点被腐蚀，快速退去。 这是生与对的对决，是生命的战歌，用血与骨去诠释，用身体去拼杀，用道则去对轰。能够成为神灵谷的祖王，自不会是温驯之辈。真正发狂，天下难找出可压制者。如魔长啸而狂，他与张灵对决，处在下风，难以接受。他不相信这是无始坐下，人族大帝怎么能活到现在？争<正>。一道冷风劈来。 叶凡手持黑色的天戈，重新杀了过来，力劈而下，如一道黑色的闪电，崩开一切阻隔。不、哦，这名祖王张口吐出一朵道花，生有七瓣，片片耀眼美丽，剔透璀璨，顶住了黑色的战歌。轰！叶凡左手战戈力劈，右手拳头如茫茫金色的深海中的龙首，破海而出，带动滔天黄金血气，轰杀向这尊祖王的头颅。 咚，一声沉闷的声响发出，神灵谷巨阵若非有先天阵纹，早已崩塌。这是一次肉身的对决，祖王那闪烁道纹的爪子鲜血长流，而后开始破烂，先是血肉剥落，随后又骨头皲裂。噗，最终这只祖王的手爪终是没有挡住那如海一样的黄金血气，炸了开来，白色的碎骨与鲜红的血飞起，触目惊心。 他身上光芒大盛，发出隆隆天音，一片又一片道痕冲起，如一尊古神在合唱，震耳欲聋。叶凡避退，他无圣人的神则感悟，也没有那个级数的法力，这种太古道光与神则无以伦比，对他是致命的。噗！他又冲向另一边，手中铁戈横扫，圣人级的肉壳谁能挡住？一扫就是一片，什么法宝，什么飞剑。 什么秘术都不顶用，一力震杀，鲜血淋漓，碎骨横飞，血肉乱溅，这是一片可怕的画面。同一时间，第五代元天师再次与这尊太古祖王大战在了一起，占据上风，不时杀出一串魔血，染红大地。啊！张灵发狂，生命无多，当天明时，他便会成为一道飞灰，永不存在。轰！ 神谷以及四面八方的群山都染上了龙气，所有元天古道纹全部呈现，亮如白昼，纹络交织，遮盖了天宇。它如受天助，虽然浑身是红毛，面目狰狞，但是却流动出神明的气息，通体光滑璀璨。砰！进仙六峰，没有神元，也无石皮，以双手演化，将这种奥义河道绽放出一片迷蒙的光，扫了出去。 这名太古祖王各种道则、无尽神力全部被封，倒流了回去，让其遭受了反噬，大叫了一声飞退。砰！第五代元天师上前，凌空一脚悬踢了出去，将这名祖王差点被踢得四分五裂，高高飞起，鲜血长流，骨头碎了十几块。凄冷的夜月，远处一座孤崖上，一名白衣丽人横笛，音符悠悠如泣，凄然而绝美。 他眸蕴泪光，吹出了一曲天音，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杨毅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晚见到张陵了，最后一次欣赏他睥睨天下的风姿。过了这一夜，天明时一切都将成烟，再也不会相见。他痴痴的看着，笛音悠悠，划破清冷的夜空，缭绕在整片战场，如泣如诉。恍惚间，他仿佛又见到了一万年前那个英气逼人的张陵。 在他成为元天师那一天，诸圣的皆来朝贺。神城豪赌，古矿大战，禁区定天，独占十方敌，英姿傲骨，如入无人境。转瞬一切成空，一代奇人晚年发生不祥，再也不复英姿。而今他年老不祥，半魔半人，浑身赤毛，但那股傲雪还在，要尽最后一分力，镇压神灵谷，还人族一个清明。最后一战。 他将随风而逝，这是救袁天师的一生。杨怡泪水模糊了双眼，玉笛横在嘴边，悲夜成曲，在夜空下回荡，飘向很远的地方。张灵成狂长啸，血色毛发飞舞，虽不似当年英气逼人、雄姿勃发，而今只有丑陋，但是却依然英雄气盖世。元天神术到了他的手中，不光是寻元解石术，还是攻伐盛世、大战祖王，以绝对上风力压。 噗！谷中到处都是纹络，交相辉映。他成为了中心的一尊不朽之神，出手如电，将太古祖王的半边身子击中，近乎碎烂。轰！这尊太古祖王咆哮，背后的所有羽翼都在震动，震出一道又要一道涟漪，道音震耳，如千军万马奔腾。他打出了真火，一直被压制，这还是活了这么久远的岁月中的第一次。 他开始猛烈反扑，砰！张林翻手，指缝间洒落一道道光流淌而下，他如神一般降临，右手压落，元天道纹浮现。太古祖王如遭雷击，那只布满道纹的手如神之右手一般，有奇异的魔力，将他生生拍翻，身体在皲裂。啊！他忍不住大叫，身后神翅在崩碎，羽毛沾染着血迹，漫天飘零。轰！ 突然，大地崩塌，另一尊古王终于出手，从地脉中冲了出来，有逆势的力量，掌中演化一片世界，里面混沌雷鸣，开天辟地，毁灭一切。他想绝杀袁天师，这是一尊更强大的祖王，拥有无量法力，让张林与叶凡都变了颜色。这是一个年老的祖王，身材佝偻，紫发披散，背后生有四十九对神翅，有数十上百道神环笼罩。 他瘦骨嶙峋，但是却精神矍铄，话语铿锵，如同钟道：“你来自紫山，是无始座下张灵，不错，无始座下张灵，谨遵大帝法旨，今日镇杀神灵谷，还人族一个太平。”张灵的话语铮铮作响，而后他回头对叶凡道：“时间宝贵，横杀他们。”叶凡点头，手中战歌一挥。 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死神，他们是不死天皇的部下，肉壳一个个恐怖的吓人，摧枯拉朽，杀灭一切敌手。自古至今，第一次有人族征伐神灵谷，不过你们有来无回，我看你们如何大杀四方。后出现的这尊老祖王一声大吼，天道轮音响起，四十九对神翅震出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字符，镇压十方。有什么不能杀？张林回应。 双手缓缓滑动，道：“今日我就当着你的面杀另一个古王。”啊！突然，方才负伤的祖王大叫了起来。他如一个木偶一般被人操控，不受控制的横在了天空中。他浑身都是元天神纹，密密麻麻，在快速的军裂。早已在方才的战斗中被元天师注入了一道道元气，布下了元道神纹。啊！他在大叫，奋力挣扎。 但是却难以动弹，像是被人定在了虚空。另一名更为恐怖的祖王出手，但却没有救下来。张林展开无上元术，像是在以刀解元石一般，隔空轻轻滑动。这名祖王身上有一道道血花崩线在被解体。这是举世无双的元道秘术，早已于战斗的过程中在敌手身上种下元之道痕，此时引动，如切朽石。啊！ 最后一声大叫，这名祖王身体崩溃，四分五裂。叶凡一步跟进，浑身黄金战气沸腾，将整座神灵谷都淹没了一拳，将那颗飞过来的头颅打了个稀巴烂。遥远的山崖上，杨怡情难自禁，泪水不断滑落。见到张林雄，英雄气概一如过去，他心如刀绞。为何只有一夜的生命？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悲咽。 狄音先是如诉如泣，而后突然又高亢了起来。战死在沙场，埋骨于刀光中，这是英雄的归宿，总有落幕时。他吹响了一曲战歌，在哭泣送别。第二章道：继续去努力。月票榜目前第二，前三票数差不多，稍微一冲可能第一，哪怕暂时而已。请各位添一把火，让我们冲击一下。本章完。第八百零九章：灿烂永恒的朝霞。 小说《遮天》，作者：陈东。神灵谷内，祖王鲜血飞溅，到处都是惨叫声。但凡被血液触到，无比被蒸干。这具破损的肉身，拥有,有一种可怕的魔性，每一滴血都像是有一种不朽的力量，催灭一切阻挡。这就是圣人，浑身上下蕴含了海量的精气，随便一点血肉都可震杀圣主级人物，恐怖无边。 张陵的元天道术举世无双，将一位圣人的身体瓦解，就像是切石一般，果断而凌厉，干净而利落。这是一个吓人的场面，所有古生灵都被镇住了。此时，连祖王的头颅都被人族圣体一拳轰了个稀巴烂，对他们来说，震撼而可怕是无可想象的。自古以来，第一次有人族敢征伐而来，而且如此的强势，势如破竹。 连祖王都被震碎了，让很多古生灵胆寒。是，虚空中，在那破碎的肉身间，有一道璀璨的光芒绽放，在那碎肉中冲出一道绚烂的红芒。早知你会有这一手，叶凡暗中冷嘲。他曾与紫天都大战过，深知这一族有一种诡异古术。该族何以将居地命名为神灵谷？不是没有原因，他们主修的是神灵，肉身只是一个驿站。 神灵谷最终是要修元神，练出自己的神灵，达到最高境界时会舍弃肉身。身为一个强大的祖王，他的修行肯定是到了一个害人的高度，元神之强大超乎想象，完全可以丢掉肉壳了。叶凡有心算计，早已知晓这一切，自然没有一点惧意，向前冲去。无知的人族，在神灵面前，你即便拥有最坚固的圣壳又如何？ 于我来说，那只是一具臭皮囊，只是一处驿站，只是用来短暂驻足的地方。现在就取来为我所用。一片炽盛的光浮现，一个全新的太古祖王立身在虚空，自碎肉中冲起，向前扑来。他像是以光铸成，不可正视。整片天地都一阵轰鸣，各种天道纹络浮现，什么不朽，什么永恒，什么万古，都像是要破灭。 此时，连张林的瞳孔都绽放出了一光，轻蹙起眉头。稍加不注意，多半真会吃大亏。这是神灵谷最强大的禁术，四神灵降臣临于人世间，专斩元神，夺人道区。是坏人根基的一种可怕秘术。嗡<问>！叶凡张开手臂，主动迎了上去，像是在开门一道，根本就没有抵抗，任那道不朽的元神光飞来。什么？ 他敢如此托大，这是在自寻死路吗？即便是圣壳又如何？等于我族祖王的一处驿站，他敢开门迎击？许多古生灵都冷笑了起来。方才他们吃了大亏，而今终于见到战局将要扭转的一幕了。不过太古祖王毕竟非比寻常，见到这一幕，意识到不妙，想要后退，就此撤去攻击力。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叶凡体似无底洞，尤其是仙台那里更是幽深无比，化成了一口深渊，将祖王元神吞没。啊！不！他惊恐大叫，像是发现了最为可怕的事，感觉像是在面对的太古时的皇一般，肝胆都要颤裂了。这种感觉他生平仅有过一次，那就是太古末年，他去觐见斗战老圣皇时，感受到了无上天威，忍不住沉沦，跪拜在那里。 不敢动弹一下，而今他没入这口深渊时，有了同样的体会。他惊恐大叫，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定是冲进了太古皇的兵器中，或许确切的说是进入了人族大地的极道地兵。这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很显然，人族圣体挖好了坑，静等他施展这种古术夺其道躯，引他入死瓮。这是绝杀！啊！ 最后一声惨叫传来，叶凡的眉心乌光一闪，彻底恢复了平静，连一滴涟漪都没有透出。所有人都呆住了，神灵谷的各路人马心胆欲裂。这是他们的立教之本，是超凡的神术，却被瓦解了。一位太古祖王啊，无声无息，反被人给吞噬了，成为了一道烟尘，不复存在，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吞天魔冠，为古之大地的兵器。 不要说是太古祖王，就是日月星辰都可吞掉。主动冲进去，自然是死路一条。好，oh. 旁边另一尊更强大的太古祖王咆哮，滚滚魔气冲起，一下子将天上的星月都遮住了。他一步踩踏神虚，快速扑来，浑身都是光，魔气滔天，眼中山河崩塌，日月沉坠，显得无比可怕。这是大道的痕迹。 他以绝世法力斩叶凡之元神，要剖开其仙台。叮<定>！张林出手，轻轻一弹指，四面八方也不知道有多少元天文落呈现，整座神灵谷都成为一处祭台，神光如焰。这是要将整座山谷中的所有生灵全部都给活祭掉。同时，张林以这种无上禁忌元阵挡住了这尊古王，而后从容杀了过去。 这尊古王眸光流转，充满了万古沧桑、轮回的力量，打出，喝道：“劫道轮回。”这涉及到了劫与道，两者交替，化作一道轮回，磨灭空间的束缚，斩断时间的因果，具有无量神能。面对这道神则，第五代元天师表现出了傲视人间的修为，元文满身，融于天地间，脚踏无尽大地，手托万古青天。 他浑身发光，像是一尊永恒的神明，四面八方，天经地气全部涌来，大道印记成为了一条条神河，交织在虚空，万山齐动，无尽地脉复活，天穹道明，垂落玄光，全都为袁天师一人所用，举手抬足间，代表了这片天地的意志。轰！他轻轻一伸手，向前按去，像是崩坏了这个世界。 将这尊古王一下子压得矮了下去，大口咳血，身体骨头炸裂。道之初，元之尽头，元术也是道的一种。修道极境处，天人合一，挥洒天道，无所不能。这位祖王瘦骨嶙峋，无比强大，可是此时却大口咳血，受了大道伤，眸子中万物臣服。而后所有景物一下子全部崩毁了，他变得更可怕了。 叶凡当场就要动用吞天魔罐，但是却被张灵拦住了，暗中告诫道、哦：“要让人认为奉无始大帝法旨而来，镇杀神灵谷，震慑万族，莫要妄动用吞天罐，不然事后难以抹净狠人大帝的气息。”杀！到了这一刻，无需多余的话，只能用生命去谱写战曲，唯有血战到底。叶凡头顶一口残缺的大钟。 手持那杆黑色的战戈，在神灵谷中大杀四方，如入无人之境。噗！铁戈一扫就是一大片，乌光闪烁，六七颗染血的头颅飞起，带着满脸的不甘与惊恐，无头尸体倒在血泊中。噗！叶凡横杀四方，铁戈击出，如在割草，一条又一条古生灵被腰斩，鲜血染红了地面，尸体铺满了前路。他所过之处。 男有抗手，大开大合，独占十方，鲜血汩汩，成为了一道道小河。脚下到处都是尸骨，而那些死神也都极为可怖，主要是他们的肉身太坚固了，不比圣壳弱。因为他们是不死天皇昔日的部下，曾是一群神将，即便漫长岁月过去了，他们是依然是无匹的。各种兵器、古堡打来，击在他们的身上，难以出现一道划痕。 恐怖无边，他们像是一道钢铁洪流，根本挡不住。一人足以抵千军万马，横扫一切阻挡。古往今来，太古王族一直高高在上，君临天下，俯视大地，何曾这样被人攻杀过？而今直杀的日月无光，鬼哭神嚎，神灵谷快化成了鬼谷，到处都是死尸，腥风血雨无边。人族第一次踏入这里，征伐进来。 这是惊天之变。另一边，张陵长啸，傲血一在战到沸腾，力压太古祖王，即将要将其斩杀。这名祖王展现出了最强一击，四十九对神翅鼓荡，大道轮音不绝。后方出现一尊不朽的神明，刺目地光冲起，出现一道又一道神环，将其环绕。神翅扇动，那尊神明与其动作一致，一起向前轰杀。 穿越了宇宙洪荒，凝练了天地玄黄，开天辟地，道之始，神之泽，全部斩来，定脉锁乾坤。张灵面对太古祖王的绝世功法，依然动用了元天书中的古术，一道又一道神光从他的指缝间倾泻而下，如丝如缕，化成一道道柔光，无孔不入，穿透虚空，缠缚向前。这是定山穿龙脉之术。 亦可赴日月星河，改天换地，而今成为了杀生神则。太古祖王的神翅被束缚，背后浮现的那尊神明被所困，如同身在炼狱中，被定住了。啊！凄惨叫声响彻夜空，他的身体被撕裂，像是有一条条神链缠住了他，将其身体各处勒得皲裂。张陵像是已经合道，翻手落下，神光无尽，大道轰鸣，隆隆降落。 恐怖无边！噗！这位祖王被一条条天道神链绞碎，元神飞出，想要夺到躯，却被龙龙道明震成了齑粉。砰！但同一时间，袁天师也遭受了重创，几乎被撕为两半。一位衰老的不成样子的古老祖王出现，撕掉了他少半边身子。神灵谷最后一位祖王现身，他一直处在沉睡中，至今才觉醒，破神元而出。 他没有头发，皮肤褶皱，显然寿元将近，到了幽静灯枯的地步，但却也极度强大，恐怖到了极点。这是神灵谷当世之祖，张灵一身的血迹，身上的血色毛发都被染红了，然而他却很镇静，没有接上半边身子，静静的面对前方。张灵山崖上，杨怡满脸泪水，英姿不在的袁天师依然铁骨铮铮，一如过去。 祖师，叶凡上前想要出手，张林拦住了他，道：“八十一杆大旗可毁天灭地一次，何时用你自行决定。不过被带出来后，他们快崩坏了，不能长久。”说完这些话，他从容面对，直视前方最古老的祖王。这一夜快过去了，银月西斜，所剩时间不多了。张林看了看这天，看了看这地，什么也没有说。 而后转身望向远处的山崖，那里有一道丽影。黎明将至，时间无几，他将要消失了。张林<霖>，杨怡大哭，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扑向张林的怀中，任血水染红他洁白的衣裙，死死的抱住，不愿放手，生怕他刹那消失。答应我，好好的活下去。张林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慢慢的擦净他脸上的泪水。就在这一刻。 神灵谷最强大的祖王终于又出手了，大道压天，摧毁一切，千秋万古，一梦斩道。同一时间，张灵鹤道，他的身体化成了一道不朽的神光，没有声音，没有波动，漫无边际，无比祥和。这道神则斩进神灵谷，那位祖王首当其冲，快速的被蒸干了。而后，谷中其他生灵不断的崩碎。 化在这道不朽的道光中，该做的都做了。袁天师一脉抹杀神灵谷，镇压北域，还人族一个清明。张林话语铿锵，如剑铮铮而鸣。最后，他伸出手，轻柔地帮杨怡擦尽最后一滴眼泪。张林<霖>，杨怡用力抱住了他，生怕失去。一缕晨曦破晓，划破了长空。张林浑身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 一身红毛净腿消失了个干净，露出真容，英姿伟岸。他灿烂的一笑，一如过去年少时那样的自信，风采超凡。瑶池圣女杨怡一下子呆住了，肝肠寸断，泪如雨下，想用力抓住，然而一切成空。这道伟岸的年轻身影在他的指尖成沙，成为细碎的光辉，慢慢的淌落，渐渐的消失。不，张力 你回来，杨怡大哭，泪水长流，想要留住最后一缕光，可是怎么也把握不住。细碎的光不断的淌，从他的指缝间溢出。那道伟岸的身影在模糊，在消失。具有无上风采的第五代元天师离世而去，让人难忘。在黑暗中杀出一个朗朗乾坤，还人族一个安宁。最终在朝霞中化道而去，成为一道永恒的红光。 第五代元天师完成了他的使命，做了该做的，就这样走了，留下了无尽的感伤。这片朝霞，这个清晨会铭记他的功绩，他所做的这一切。本章完。第八百一十章：北域大乱。小说《遮天》，作者：陈东。灿烂的朝霞，永恒的朝霞。张林的身体成为漫天碎光，随风而散。 永远的消失了，细碎的光不断的淌，怎么也留不住。杨怡凄怆，撕心裂肺，泪如雨下，大哭大痛，整片天地间都是他的悲呼声。这是一个让人黯然神伤的清晨，将成为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生一世都很难忘却。叶凡心中也是一阵酸涩，第五代元天师就这样走了，英雄落幕，悲歌如泣，让人伤感。 这就是张陵的归宿，那灿烂的笑，那无上的风采，那于晨曦中碎掉的金色身影，成为了永恒，成为了一幅不朽的画面，烙印在后人的心中。张陵我不要你离去，只要你活过来，我愿永世沉沦地狱，为你祈福。杨怡大哭，凄伤欲绝，无助的跪在地上，用指尖去触摸张陵所站立的地面，用洁白的衣将那头土装起，她颤抖着。 哭喊着，悲咽着，跪在那里，埋首那抔黄土间，永远不想再起来。一缕晨曦照进神灵谷，一名又一名死神化成飞灰，只留下一片又一片宽大的黑衣飘落在地。在这一刻，什么都终结了。来自紫山的这群无敌战队归于尘埃，不复存在。神灵谷被震杀。砰！叶凡快如闪电一般出手，点在了杨毅的眉心。 让那将崩碎的仙台一下子稳定了下来，洁白莹润的额头上，一抹凄艳的红淌落。杨怡眸子黯淡，神伤难抑，喃喃道：“你已离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不愿独生世间，只想求一死，结束这一生，追随张灵而去。张灵祖师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叶凡轻声道。杨怡神伤，泪如雨下。 抱着那婆黄土，不断摩挲，放在了心口，又贴在了脸上，像是永远都不要放开。他悲咽着，泪水模糊了双眼，想到了过往的种种。万载前，她是瑶池的圣女，风华绝代，冠绝北域，高高在上，天下俊彦都为她而疯狂；而张陵则英姿伟岸，修成无上元术，有通天彻地之能，傲行人世间，神采飞扬，风采自信。 一万年前，一个仙姿无双，另一个万众瞩目。瑶池圣女与张陵在一起，算得上是一对璧人。但是种种原因之下，两人最终错过，杨怡黯然。后来，张陵娶妻生子，多年后成为了瑶池的护道之人，在沉默中守护。在他们的后半生，只能为知己，虽时有见面，却也只能是相敬而立，再难走得很近。直到噩耗传来。 张林晚年发生不祥，化魔而去，杨怡才挣脱一切枷锁，冲进紫山，殉情而终。一万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还是离别的那一刻，心始终未变。永恒的朝霞凝固了感伤的一幕，叶凡不愿再看下去，转身走进神灵谷深处。一路上鲜血淋淋，尸体遍地，到处都是骸骨，所有古生灵都死去了。 没有一个活下来。在破晓的一瞬间，张灵施展出了一道震古烁今的神泽，千秋万古一梦斩道，斩尽了神灵谷。那是一道不朽的神光，三大祖王全灭，无数古生灵崩碎，彻底抹杀了个干净。这样的战力，这样的风采，举世难寻。一夜间斩掉三位太古圣人级存在，何等的神勇与霸气！叶凡走进这片神谷深处。 进入各座古老的殿宇中，仔细搜索，最终他带走了一部古经以及一些奇珍。不过，他并没有跟蝗虫过境一样搜刮个干净，因为那与无始大帝坐下弟子身份不相符。不久后，他走出这座山谷，身后神焰跳动，熊熊燃烧，将天地都淹没了。他引动了与张灵一同布下的元天禁阵，群山万壑，无量龙气沸腾，此地成为了一座火炉。 不断的燃烧，而后崩塌。杨怡前辈，该离去了。叶凡轻语：“此间事宜了，不能停留。”杨怡站起身来，以洁白的衣包好那抔黄土，擦进脸上最后一滴泪水，道：“我知道，我明白了。”叶凡惊异，不明所以。他停止哭泣，眸子有了一丝了光彩，变得坚毅了起来。光芒一闪，一片道纹闪烁。 他们迈进虚空玉门，消失在了此地。无尽山脉在燃烧，地下龙气全部冲了上来，化成了璀璨的光。许多大山在倒塌，激起漫天的烟尘，不断的崩坏，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了。这里成为了一片废土。发生了什么？神灵谷怎么火光冲天，在举行圣祭吗？好强大的神能波动，难道他们在祭炼一件无上古兵吗？ 自神灵谷出世后，这里早已成为一处魔土，没有人敢接近，胆敢闯入者格杀勿论。方圆数以千里都是禁地。不对，你们看那山在崩塌，看那谷在沉陷，像是被摧毁了。这是什么人？难道在大举进攻神灵谷吗？终于，人们发现了异常，有人开始仗着胆子接近，去观察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什么？ 神灵谷到处都是死尸，鲜血成河，染红了地面，没有一个活口。人们惊悚了、啊，这到底是谁做的？将一个太古王族全灭，简直不可想象。那山在崩，那谷在沉，那大地在现，一切都在毁灭。这里成为了截土，再也不复往昔盛况。无始坐下张陵，张灵谨遵大地法旨，镇杀神灵谷。人们悚然了，这句话语。 像是一道魔咒在群山万壑间回荡，隆隆而鸣，响彻天地。这是元天境阵在运转，将一道清晰的烙印不断的加持，催动出了无上天威，犹如一位大帝在低吼。浩大的声音传遍这片大地，隆隆而响，像是天地的古战车驶过，碾压在苍穹上，激发起人的一股血性。神灵谷被灭了，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消息第一时间传了出去，引发了大震动。神城市第一站，从这里扩散向四面八方。这怎么可能？起初人们根本不相信。神灵谷是什么地方？那是太古万族中的一大王族，虽不似血皇山、神残岭、火灵洞这样出过太古皇，但却也可怕无比，是一个辉煌的大族。真的被灭了，不仅神谷燃烧，连那片地狱都在崩坏。 所有的大山都倒下去了，有人指天发誓，称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引发了一场天大的波澜。很快，消息就得到了证实，也不知道有多少修士赶来亲身观叹。其中有人族，更有许多各种形体、容貌不同的古族。所有生灵都震惊了，这里的一切太过可怕，没有一个活口。神灵谷被铲除，且是一次性的族灭。 这是一道如惊雷一般的消息，震得人双耳嗡嗡作响，神魂都在摇动，让北域历史大乱，太过震撼，一切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一个太古王族被灭了，于一夜间成为历史，永远消失。大帝，人族还有大帝未死，是无始下旨灭了神灵谷。这则消息一出，比神灵谷被抹除还让人震撼，所有人都呆住了，瞠目结舌。 近乎实话，无始坐下。张灵谨遵大帝法旨，震杀神灵谷。这道神音经过元天神阵加持后，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比天雷还要响亮，隆隆而鸣，震塌了万山。这是堪比大帝呵斥一样的声音，每一个听到的人都灵魂站立，想要顶礼膜拜，永远长跪不起。最终，群山万壑崩坏，而无比神妙的元天境阵。 则消失的无影无踪，将叶凡他们所留下的一些痕迹抹除了个干干净净。人们争相传送，让诸多古族发毛，让全北域沸腾。张林已逝，但这个名字却如天地神文一样，永世不可磨灭了，烙印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张林镇压北域，杀尽神灵谷，绝世风采，无始大帝坐下之，果然超凡入圣，无法想象。 镇杀了一大太古王族啊！整片北域一片喧嚣，各族全都在议论，像是沸水一样，再也难以宁静。群山崩塌，万壑崩裂，元天古镇消失了个无影无踪。诸多修士，数不清的强者，全都冲进了神灵谷寻找宝藏。昔日没有人敢踏足此地，但是此时众多生灵争先恐后，全都一起向里奔涌，在惶恐中兴奋。 在沸腾中悸动，众多的人族修士，大量的古族强者，在沉陷的地脉中打开一座又一座烧毁的石殿，在废墟中搜索。真的有人寻到了不少宝贝，寻到了一些奇珍。连续有数十个大宝藏被开启。这一日，北域大乱，太古各族心颤，全都惶惶不安，发自内心的恐惧。神灵谷不足一日就被人搜刮光了，许多人都有些心疼。真正的神藏地。 早已被烧了个干净，直到有祖王亲至，这片山脉才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修士全部战战兢兢地退走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震撼北域，全天下皆惊。觉醒过来的祖王不可能不关注。事实上是，他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神灵谷那三尊古王有多么的恐怖，但却这样被抹杀了。他们不得不亲自来探查，想要弄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人族无使真的活着吗？他坐下的弟子都可镇杀神灵谷，这个张灵必是通天彻地的大圣。这一日，许多古王聚在这片废墟上，全都感觉魂脊被发凉，觉得莫名发甚，通体冰寒。这一战，神灵谷仅有一女外出，没有被杀，其余全灭。幸存者名为紫天凤，是紫天都的胞姐。啊！天皇子大吼。 脸色铁青，将一个茶杯摔了个粉碎。许多古族都知他曾游说神灵谷，让他们出兵南岭，血洗蛮族，而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吴史怎么可能还活着？他咬牙切齿。这一次神灵谷被灭了，对他的威信打击是巨大的。身为神之子，有别人无法比拟的光环笼罩，但却也架不住这样挥霍。第一章到，晚间还有两张，各位月票来吧。 俺在努力啊！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一章《斗战圣佛法旨》。小说《遮天》，作者：陈东。人之一生，在时间长河中不过是一瞬，而若是死去，却是永远，比万古还要久。轻易不谈死，因为生比死要短暂的太多，值得珍惜。这些曾是张玲说过的话，杨怡痴痴的想，双眼又模糊了。 最终，他怀抱着那抔黄土，一步一步远去。他的下一站在哪里？也许是袁天师石寨故地，也许是张林后人而今的居地，也许是瑶池。叶凡目送他离去，只能发出一声轻叹，却无法相助。许多事都要自己去度，才能真正过了那道关。北域乱了，深不可测的神灵谷被抹杀，自万族中除名，颠覆了人们的思绪，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身为太古一大王族，历经千劫万难，自古长存，始终屹立不倒。什么样的敌手没遇到过？太古年间何其残酷，古族林立，经历过血水漫天的大战，种族间一战动辄就是数千上万年。他们是当中的精粹，不然何以传承下来？越战越勇，被封为王族，见惯了大场面，遇到过无尽大敌。从太古大劫中闯过来后。 本以为可以君临天下，慢慢修养个数千年，不曾想刚出世就被灭了，且是他们所轻视的人族所为。要知道，在太古年间，这个种族并不被看好，数次有灭族大恶，艰难走到了今天。刚从沉睡中醒来，以为到了他们辉煌的年代，却是这样一个结局，让许多古族都倒吸冷气，心中发寒。暗流汹涌，整片北域都不平静。 唯有人族在激动，热血沸腾。无使大帝坐下之人出手，牵动了所有人的心。这一战的影响太大了，所有太古种族都发毛。如此强大的神灵谷都被灭了，还有谁不胆寒？叶凡听到这些消息，欣慰：张陵没有白死。一战镇压北域，各方皆惧。他并没有耽搁时间，赶往自己的埋身处去取自己的真身。当初考虑到进入紫山太过危险。 临去前，他留下肉身以及一缕元神，留下了复生的希望。山地宁静，寸草不生，没有一丝声响。叶凡掘开土层，直入地下数千米，当场变了颜色。有人来过，他当时就急了。这是他的道区，为正道之根本，有一点闪失都不可承受。是谁来过此地？当来到地下最深处，他当见到了一个盗洞，浑若天成。 叶凡鼻子差点气歪，骂道：“狗日的段德，这个缺德胖子没在眼前。如果在此，他不介意将其吊起来打，当一回暴徒，化身为疯魔。我是一位伟大的考古者，在地下石室中仅有这样一行字。叶凡所布下的元天阵纹都被瓦解了。段胖子，叶凡磨牙。而今这个王八蛋在何方？怎么能寻到？他离开了此地。” 以改天换地大法让这具肉壳年轻，而后走向人族的城池。他强烈想知道他失踪的一个多月发生了什么。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这个段胖子还真是敢咋呼。天皇子被称作鸡蛋，远古被叫做西瓜，四处叫板，扬言要大决战，可每次都会与敌手擦身错过，始终没有站起来。死胖子这一个月来到处挑衅与叫嚣。 连神灵谷都被骂成了锤子，一副举世皆敌，唯我独尊的气概。他没有被人宰掉，依然活蹦乱跳，也算是一种本事。这一个多月来，人族圣体风头之劲一时无两。如果没有神灵谷被灭一事，谈论的绝对都是他。叶凡很是无言。虽然段德惹的那几个人也都是他想杀掉的主，但这个王八蛋也太欠揍了。他一路追了下去，想要寻到其踪迹。 赶紧将真身夺来，但是这个混蛋最似乎知道最近树敌太多，有些危险，躲了起来，很难揪出来。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北域大乱，各族都在思量，在暗中认真查证，想要得知真相。血皇山、神残岭、火灵洞这些地方出过古皇，是否有皇者古兵，甚至其他底蕴，很难说清。连他们也被惊住了，到处查探，古之大帝是否还活着。 成了所有古族的一块心病。按理来说，不应活在世间，但是这一战却过于吓人。为什么会这样？太古祖王在低语，思索这一切，久久不言语。太古年间，蛮荒大地上古木参天，异兽横行，各族不间常发生大战，但却少有这样摧枯拉朽的。一夜间，神灵谷全灭。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北域依然一片复杂与混乱。 没有人敢有大动作，全都怕触碰到什么底线。终于，几大古皇族相商，发出一则通告，言称正道成仙是修士的终极目的，无需在这条路上相残。这则消息一出，天下哗然。太古各族的语气明显软化了不少，似乎不再是高高在上了，愿与人族和睦相处。无论是太古的皇，还是后世的人族大帝，都曾说过：万物相生相克，各族繁衍。 都有存在的道理，上天一视同仁。太古皇族有人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又让天下一番震动。他们改变强硬态度了吗？真要与人族和平相待吗？有人族教主得悉后，隐约间猜到了古族的忌惮与意图，迅速做出回应，言道一个万古少见的大事来临，当让其成为一个盛世，而非一个可怕的乱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北域乱局和缓了不少。 不论是人族还是太古诸族，皆暗自长出了一口气。在这期间，各方都在试探，通过一些特别的场合传出一些信号，有许多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最终，像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太古各族没有人再言要去征伐、攻下灵药、龙器、地髓等最多的地域，而人族大教也适时,时表态：五域大地广袤无垠，有许多名山大川可入主。 万族不会缺少净土。张陵一战震慑北域，天下像是一下子和平了下来，短时间内多半不会有大乱发生了。不过，但凡是大教都知晓，这只是一时的风平浪静，今后会怎样，谁也说不清。祖师，你这一战打到太古，各族都怕了，功绩永远都会被人族铭记。叶凡长叹，将一碗酒水倒在了地上，加以祭拜，同时。 他也一阵悠然神往，无始大帝的威名果然盖世。这一次假借他座下之名，起了不可思议的大作用。这样不见得能长久。叶凡自语，想要继续震慑，只会越来越难。虽然还有几步可走，但还不到时候。最起码目前可以稍微安宁一段时期了。他必须要迅速成长起来，在真正黑暗动乱爆发时，才能有立足之地。 太古万族与七大生命禁区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古之大地都不能彻底铲平的地方。若是深想的话，实在过于可怕。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到了吗？所有人都在欢欣鼓舞，只是不知道能够延续多长时间。段德，你个王八蛋，到底去了哪里？叶凡诅咒，阿弥陀佛。就在这一日，遥远的西漠须弥山上传出一声古老的佛号。 震动了所有古庙。在这一日，西莫有佛子东渡而来，越过中州，进入东荒，最后来到北域，带来一道法旨：天下安宁。只有这样四个字，铁钩银画，苍劲有力，刚毅展开。天道隆隆，神音天降，道光冲霄，像是有一群古佛在禅唱，响遍大地。当时就镇住了所有人。斗战胜佛未死。 这一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出，五欲震撼，即便是太古各族也都吃惊，所有古王齐阵。无论是人族还是太古各族，都对其不知该怀有什么样的心绪。因为据传他是一名太古王，但却皈依了人族佛教，在须弥山上修行，成为了一尊佛。前期传说他必死关时作化了，不想并未死去，依然活在世间。即便是太古各族强大无匹。 也不得不对其忌惮，人族就更不用说了。斗战圣佛是谁？据传他是一只圣猿，是太古年间斗战老圣皇的幼弟，在其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那一身修为高的吓人，当年他天不怕地不怕，横行大地上，修为可与同龄时期的圣皇比肩，勇冠太古，劈杀了也不知多少强大的存在。如果真是他，在强大的古王跳出来，都要先掂量一番。 且太古各族出世后，都去斗战圣元一脉的古地寻过，没有感应到老圣皇的兵器气息。许多人都猜测被其弟带走了。太古斗战圣皇的亲弟弟，若是再加上一杆古皇兵器，谁能相抗？想灭一族的话，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在这个时候出关，传下这样一道法旨，自会引发一番大震动。斗战圣佛，这是要调节当下的矛盾吗？ 想让各方平和下来，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站出来的。不过，还真没有人敢对他有微词。叶凡相当的震惊，老子、释迦牟尼、斗战胜佛，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号，终于是还有一个在这个世间没有远去。未过多久，北域一片热议，近乎沸腾，因为太古各大族竟提出要举行一次万族大会，这绝对是一个震撼性的消息。 多半与斗战胜佛有关，届时各大族都要有人出参与，这样一场盛会肯定是轰动的。人族许多教主响应，觉得应该有这样一次大会，到时可以坐下来详谈一些紧张问题。第二章到，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二章：经卷小说《遮天》，作者：陈东。此前剑拔弩张。 太古王族要起兵血洗南岭蛮族，而今却发生了这样的大逆转。张陵一战攻城，镇压北域，万族盛会随之而来，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半个月后，确切的消息传出，这次大会不是虚言，真的要举行，而且已经确定了下来。天下轰动，太古各族于人族来说太神秘了，皆强大无匹，而今既要面对面坐在一起商谈未来，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 狗日的段德，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跑！叶凡相信，这种盛会肯定跑不了无良道士。不过他倒也不担心段胖子不还肉身，因为吞天魔贯还在其手中。估计死胖子就是怕他不还才如此做的。万族大会绝对无比的隆重，选在何地召开，选在什么时候，都必然会很有讲究，因为这事关重大。太古各族何其强大。 真要是将人族强者一窝端，那哭都没地方哭。最终，经过各族相商，经过人族的要求，大会地点选择在了瑶池，这是一种稳妥的安排。瑶池有仙泪绿金塔，也就是西黄塔镇压，不怕生出变故，可以让各族都本分起来。古族为彰显诚意，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并未处理北域之境，真要是大战，他们根本无惧。 人族见他们痛快的答应，皆有些吃惊，不禁想到了血皇山、神残岭、火灵洞等几个出过皇的地方，该不会都有古皇兵器吧？这些日子以来，叶凡都在以灵药滋养这尊生圣身，每日都消耗甚巨，所需都是在北域神城拍卖行购得。而今他不缺元，元术到了这个境界，不说点石成金也差不多了，且踏平北元王家，血洗神灵谷。 他收了不少神元，这具衰老的肉身经过大半个月的滋养，晶莹闪烁。而后他以改天换地大法，化为了自身的模样，重塑此身。这些天以来，一边静养肉壳，一边悟道。自神灵谷得到这篇古经，确实非凡，有独到之处。当中讲述了如何壮大元神，有不可思议之妙处。拳头大的金色小人盘坐在圣人仙台上。 通体绽放璀璨金光，修炼古族的神灵凝练法越发的坚实不朽。一道又一道神光射出，交汇在一起，形成九道神环，呈现在仙台上，将叶凡环绕。经过这部古经的启发，重新塑造，他在仙台二层天第九个小台阶已牢牢站住，走向了大圆满。叶凡的神居于圣壳内，借此旺盛的黄金血气炼神。 拥有极其强大的效果。嗡<问>，虚空一颤，叶凡的神从眉心内迈步而出。不过拳头大，但是越发坚实了。九道神环浮现脑后，化成不朽道光，依稀间有大道和明，隆隆而动。唰，最终光华一闪，金色的小人重新迈步盘坐回仙台内。与此同时，圣可睁开了眼睛。万族盛会还有一段时间，先去见一些故人吧。 这些日子以来，叶凡隐约间有些不安。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听到庞博的音讯，不知身在何方，是否还活着。两日后，他横渡到了南域，进入太玄教，一步一步来到了卓峰。此峰依旧，一如过去，没有壮丽瀑布，没有如画美景，更无花香鸟语，只有几座快要倒塌的石殿，还有大片的蒿草。其他人没有觉察，但是在乱草丛生的孤峰上。 一个老人却睁开了眼睛，向下望来。叶凡吃惊，李若愚老人的实力深不可测，他驾驭圣人体壳而来，才有形自觉都被发现了。你为何换了一具肉身？李若愚问道，目光如炬，直视本源。叶凡惊异，这个老人每一次见到，境界都会提升一大截，速度快得吓人。当年李若愚枯坐捉风数百年都没有一丝精进。 直至最终一飞冲天，可谓大器晚成。就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见过前辈，叶凡行大礼。当年老人对他有大恩，让其德皆自觉。在他被朱圣帝追杀的全天下人都不敢与其相交时，又要认他为弟子。李若愚欣慰的点头，见到了叶凡的元神高座仙台二层天第九个小台阶上，很是满意。叶凡，一座破败的殿宇中。 一个男子走出，非常的激动，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虽然入主圣壳，但是来此地前，叶凡将其塑成了自己的容貌。张文昌一眼认出了他，是我。我听闻你踏上了星空古路，与九龙拉关一起离去，一去十二年后又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真的回到星空另一端了吗？张文昌激动的问道。他想念妻儿，难忘过去。没有。 叶凡摇头，坐下来同李若愚还有张文昌详述这十几年来的经历。而后，他问起神秘人攻击卓峰的事，想要了解个清楚，到底是什么仇家，必须要心里有底。来犯者很不一般，李若愚老人道。叶凡顿时一惊，他能够感觉出老人早已斩到了，绝对已是一个王者，却还有这样的评价，非同小可。 由一个残缺的九窍十人主攻，另外几人并未出手，在极其遥远处观战。什么？这怎么可能？叶凡呆住了。他何时惹过这种天生天养的生灵？怎么会这样？张文昌儿今修为不过四级秘境，但是李若雨老人却很满意，言称总有龙腾之日。叶凡感慨，在这个世上，恐怕也唯有这名老人愿教这个徒弟。若是其他人，早已弃之不顾了。 他隐隐有一种感觉，这个老人将来必有大成就。每一次相见都是一次质的飞跃，修行速度恐怖。前辈，这是我得到的一部古经，无法读懂，想送给您。叶凡取出一卷经文，是中州第三美人雨蝶公主送给他的，言称是古之大帝晚年所著。不同于其他法，上面讲述花鸟鱼虫，与世无争那种心态，但凡为人。 几乎都不可做到，且并未有秘术，也没有道法。叶凡钻研了很长时间，都不得其法。他相信这部古今不适合他，一直想找个机会送个李若愚，因为觉得与其自然大道太像了。果然，当老人接过经卷，仔细研读后，第一次露出了凝重之色，叹道：“果然是古之大帝所著，希望能助前辈悟道。”叶凡确信。 这本经卷送对了人，与其说一卷古经，不如说一卷手札。我想，这不是太皇所留，就是恒宇大帝晚年抛开一切法后所著。李若愚道：“叶凡惊异，老人果然深不可测，连这都能推断出来。等你有朝一日将要成圣时，再来这里取回这部古经，虽无具体法门，但仔细研读却会大有裨益，可渡你过关。” 老人郑重地说道：“文昌，我等你一飞冲天之日。”叶凡起身，而后又拜别李若愚。不久后，他登临姬家，当然是被秘密接引进去的。来到了姬皓月闭关的古洞，这里很热闹。燕一夕、厉天、李黑水等人全都在此地，他们都很激动。小叶子，你成功了！吾始终联想三个月，真是太变态了。李黑水道。 到底是如何灭杀神灵谷的？快与我们说一说。”厉天道，“叶大哥，前阵子真是你在大骂天皇子与远古吗？”东方蛮问道。他们心中充满了疑问，对于近期发生的种种觉得很震撼，想不明白。叶凡仔细说了经过，其中张林的落幕让几人都忍不住感叹：“张林英雄气盖世，已死落幕。可是我觉得杨怡可能会痛苦、凄美而悲怆。” 为什么现实总是这么无奈？姬子月喃喃着。最终，他们全都北上，因为万族盛会将要开始了。传闻黄须道、火麒子，神蚕道人、天皇子、远古等人都会露面，就更不要说太古各族的真正巨头了，肯定也会有人出现。到那时，可真是风云际会。不过，他们分开了，并没有同行，这是叶凡强烈要求所致。 主要是断得这个王八蛋为他惹了一堆麻烦，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跳出个算账的人。人族圣体最近风头太劲了，万族盛会还有半个月就好召开了，但是早已提前有数不尽的修士赶来，进入这片地狱。北域一片又一片的赤地，动辄就数万里，寸草不生，大多皆为不毛之地。瑶池虽处在北域，却不在此列，他所在的地狱花香鸟语。 景色宜人，有竹林之幽宁，有水乡石拱小桥之自然，亦有飞瀑三千尺之壮观。当年蟠桃盛会时，叶凡已来过此地，并不陌生。不想这次万族大会又在此召开，他并没有进去，一直守在瑶池外，静等段胖子出现。足足等了七八日，目标真的露面了。叶凡恨得牙根都痒痒，他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一身紫衣。 英姿勃发，但细观察的话，眼神却太贼了，有点不像好人。这个王八蛋！另一个自己大摇大摆的走来，根本就没有一点要遮掩的样子，且背负双手，睥睨天下。死胖子！叶凡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嗷唠一嗓子，吓得断得一个机灵，而后笑眯眯的道：“这么凶干嘛？想出气的话，倒友我豁出去了，让你打个痛快。”你大爷的！ 那是我身体，把你那皮囊扔出来，让我踹个痛快。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三章万族盛会。小说《遮天》，作者：陈东。段胖子非常欠抽的凑上来，道：“使劲打吧，我让你出一口气。”狗日的段德，这是我的肉身。叶凡揪住他的衣领子，强忍着将他打成猪头的冲动。他其实很想大脚丫子狂踹。 这死胖子太招人恨了，怎么看都像欠揍，笑眯眯却不招人待见。瑶池，临风绕瑞气，祥土伴彩霞，丽湖争氤氲，景色如诗如画。远眺，秀丽之中亦不乏磅礴之气，三千尺银瀑，八千丈巨岳，宏大而壮丽，如同巍巍昆仑仙境。在瑶池外，不时有人驾驭祥云而降，有御剑飞行的人族。 亦有缭绕魔气的古生灵，各色各样。在这次盛会上，太古万族都会前来。你这样招摇过市，是在送死吗？叶凡按住他的头颅，想强行将其元神拘出来。放心，瑶池盛会第一条规定就是，无论多么大的仇怨，都不得再次寻衅，不得冲突大战。段德极力抗拒。叶凡很吃惊，这死胖子还真是有点高深莫测的架势。 居然没有将其元神给逼迫出来，一会儿再还你。这个地方不合适。段德龇牙咧嘴，显然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道：“别白费力气了。怎么说，道爷我也是一个破而后立人。虽然他妈的最终又破了。”不时有各种生灵驾驭古堡路过，见到他们时都不禁瞥了几眼。不久后，终于有人认出，那不是人族圣体吗？他也来了，许多人吃惊。 胆子可真不小，竟敢来此地，就不怕被抽筋剥骨吗？远处，一名年老的古生灵森然冷笑。段德冷笑：“啊，本座在此，你他妈的哪凉快哪待着去。虽说大会有规定不得杀人，但惹恼了我，照样轰你成渣。”那名古生灵一声冷哼，转身就走。他来自一个小族，不敢在此无所顾忌的出手，不然真被西皇塔镇杀。 没人会为他出头，你拿我身体耀武扬威很爽是吧？叶凡神色不善，不过却没有立刻收回肉身，因为他已是仙台二层天大圆满，神与客一旦合一，必将会立时引来超级大天劫，在瑶池这里实在不合适，而这也是他进瑶池的一种底气，即便面对祖王，也敢引动雷伐劈一顿，让他们遭圣人大劫。我说小子，做人要厚道。 吞天魔冠在你身上，我发什么威？你什么时候还给我？段胖子振振有词。他们并肩走进了瑶池，叶凡没有再理会，只是觉得真需要渡劫的话，将这个混蛋先劈个冒白烟再说。你别说，太古各族都长得挺有个性。你看那边有一个狗头人身，被生一对洁白神翅的家伙笼罩，有一道神环，真是有意思。段德品头论足。 你给我闭嘴！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将你嘴给封上。叶凡道：“这王八蛋顶着他的肉身在这里招恨，实在欠扁。那咱俩分开走好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谁也别碍谁眼。”段德墨迹，而后盯住前方一道如神魔一样的身影，道：“这主什么来头？真威猛，长了四头八臂，估计很不好宰。”很明显，前方那个古生灵。 听到了他们的话语，黑发浓密，身穿王族甲胄，神物而威严，眼神跟剑芒一样犀利。你再叽歪的话，身体我不要了，反正有了一具更强大的圣壳，吞天魔冠就归我了。叶凡威胁：“别呀、啊，咱随便走走，随便聊聊。我再多说，你就抽我嘴巴，绝不反抗。”妈的，那是我身体。哎，你看，那边有一尊神。 真是够威猛，浑身都发光，将它吊起来，估计能当万载长明不灭灯用。你嘴可真贱，那是一个大成的王者，待会活剥了你，剥就剥呗，我都不带抵抗的。将肉身还我，我随便说说而已。哎，你看那边有一个无上霸主，生有九颗美女头颅，却长了一副凤凰躯，真是不可思议。那些伟灵可真漂亮。砰。 叶凡将他的嘴给堵住了，这混账口无遮拦，实在欠彩。一张嘴见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妈的，别捂我嘴！我其实只是想说，黄陵做成的扇子肯定得价值连城。以前我挖过一座圣人墓，可惜早有前辈光顾过，只见到了一幅宝扇石刻，遗憾啊！段胖子死猪不怕开水烫，万族盛会还要等几天才开始。 但是瑶池已来了不少修士，种族林立，形貌迥异，许多生灵都如神似魔，很是慑人。瑶池很广，但却有诸多禁制，不少地域都不得踏足。有仙泪绿金塔神威垂落，铺天盖地，没有人敢乱闯一步。但开放出来作为举行盛会的地域也很广，针木葱茏，古树成片，林峰一座又一座，更有一个又一个的湖泊，云蒸霞蔚。 点缀在净土内，地域足够广袤，就是怕各族挤在一起而发生冲突。当神中悠悠有贵客降临，许多人族教主与古生灵都出去迎接。火麒洞十三洞的一位洞主到了，这等身份不得不让人礼敬。这是出过古皇的一族，在太古年间威盛之极，曾在一个时期君临天下，大地上万族无不敬畏，没有人不怕。 曾灭过不少不服号令的大族，这个族传承古老，最为可怕的是有一位古皇子活着，是他们那一脉的后手，是当年太古的皇亲手封于神渊中的。有人议论，而今各族出世，许多秘密都都传了出来。所谓的古皇子嗣，当是指火旗子吧？不知道他来了没有？这等盛会，我想他肯定会来。一名古生灵敬畏的开口。 虽同为太古种族，但是却也有尊卑，甚至是云泥之别。人族无法确切知晓，但却可从古之大帝的子嗣推测出一二。古之大帝的亲子每一个都是冠古绝今的人物，大成之际都是只差半步就可证道，拥有无以伦比天赋与强大吓人的血脉力量。这些并非虚言，因为黑暗动乱曾有弟子出世，以身殉道，镇压了一切大乱。 可惜了，那些人杰都被消耗在了黑暗动乱中，而若非与他们的地父同生一世，当年便可正道了。而今这些古皇子虽然还没有成长起来，未真至大成，但却避开了他们的父辈，早晚有一天必会惊射世间。唉，知道我什么叫坂田皇子与远古后，每次又与他们擦身错过了吧？段德很不爽道、啊：“这几个王八蛋真的很强大，即便是同阶。” 我也觉得圣体没有任何优势。叶凡默然，他从来没有认为圣体天下第一。古皇的前几代血统那是无可比拟的，没什么好说的。但他相信可以与他们争锋。不过他深知正道并非是血脉决定的。当年狠人大帝不过一介肉体凡胎，最终却踏着诸王的尸骨登上了绝巅，古今无敌。相对来说，远古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是古皇几代后的血脉了。 段得道竟透露这样一则消息。半日后，又有神钟响起，血皇山十七山主之一到来，身份显赫，无比尊贵。这一脉也出过古皇，冠绝过太古一个时代。在接下来的两日里，人族较为尴尬。到了现在，仅一个蛮王还算能镇得住场面，其他再无一个王者。这确实是一个很不自然的场景。神钟每日都会鸣。 但人族到现在为止，仅有蛮王一人值得迎接。不用想也知道，真正到了大会开始之日，一些大族肯定会有古王亲至的。然而，人族当世还有圣人吗？想到这一问题，许多人都没有底气了，有些抬不起头来。若是无史大帝显化就好了，即便太古各族所有祖王来了也不顶用。是啊，即便地位不显。 到时候让人族大圣张灵青来也可以，人族中不少都在这样议论，言此时的窘境。叶凡与段德一直在认真观察，了解太古各族，比较他们的强弱。说是万族，其实夸大了，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两日后，瑶池外一阵骚动，虽然没有神钟冥想，但是却有不少人涌去，争相去观。这是谁到了？段德狐疑，去看一看。 叶凡道：“瑶池外，一个年轻男子走来，看起来很平和，但每一步落下都与天地相合，有一种莫名的韵律。这是一个绝美的男子，其容让天下许多女人都要嫉妒，称得上风华绝世，通体晶莹闪烁，神辉流淌。有数名老奴护卫。叶凡生平仅见，这是比华云飞还要俊美上一分的男人，真是无可挑剔，近乎完美。” 天皇子，许多古圣灵一起拜，非常虔诚，没有一点虚假。这就是不死天皇的亲子，在今日现身了。叶凡双眸闪烁光芒，终于是见到了太古各族心中的神明的唯一血脉。天皇子被五色神环笼罩，如同神之子降世，连发丝都仿佛是晶莹的，一步一步走来。他的双眸很深，内部竟有山河演化、岁月变迁、羽化飞仙的各种推演。 让人沉沦，惊世骇俗。叶凡吃惊，这一定是不死天皇留给他的各种宝贵遗产，那是无价之命。天皇子一眼就盯住了叶凡与段德，眸子光彩流转。他身后的一名老者更是冷哼了一声：“人族的圣体，你也来了？这次终于是没有错过。这次看你往哪里走。”那名老者森然的冷笑，杀机无边。突然，一声长啸由远而近，快速逼来。 不过，一道黄金圣光却早已先于声音而至，带动着滔天的血气，轮动一条乌金大棍砸了下来。说的对，这次看你们往哪里走！一条黄金身影冲来，口中大喝：“大胆！”天皇子身后一名老奴上前，挡在前方迎击这条大棍。噗！没有一点悬念，乌金大棍轮动下来后，将这名强大到不可揣测的老奴砸成了肉泥。 当场崩碎，这竟是一只黄金圣元，通体璀璨夺目，血气漫天，仰天长啸，威猛无比。叶凡大喜，猴子无恙，竟在今日赶到了。其他人都大惊失色，斗战圣皇之子到了，身份显贵，这是冲着天皇子来的，无人可比。这几天睡得较少，今天早上一觉起来很晚了，所以这一章也晚了，让大家久等了。本章完。 第八百一十四章强势的斗战圣族。小说《遮天》，作者：陈东。时隔几个月，猴子再次出现世上，并未遭大难。他手持一条乌金大棍立在那里，非常神武。此时，他火眼金睛，浑身毛发闪烁光华，似是以黄金铸成，通体璀璨，犹如天神下凡。乌黑的大棒子在淌血。 天皇子的一名守护者被打成了一滩烂泥，骨头与血沫到处飞溅。圣皇子出现，且对上了天皇子，这无疑是轰动的，引发一阵大乱。然后消息快速传了出去，许多人问闻讯赶来。你是什么意思？天皇子乌发飞散，他被五色神环笼罩，共有九道，将他护在中心，有九五至尊的含义。猴子相当的霸气，浑身黄金圣光涌动。 手持乌金大棍，点指傲视前方，道：“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宰你。”四方人们皆神色大动，斗战圣元一脉的传承者来了，这可真是一场出乎人意料的对抗。圣皇子对决天皇子，可谓针尖对麦芒。他们全都身份显赫，许多太古种族都要叩拜，是当今血统最强的人，来头大的吓人。不死天皇就不用说了，传说无数。 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存在，超越神明，至高无上。斗战圣皇是太古年间最后的一位皇，战力之强横，堪称逆天，以斗战称尊，号为圣皇。自古唯有他一人。他们的子嗣对上是名副其实的彗星撞击大地，光芒耀眼，所有人都不得不关注。这是一场最强者后人的碰撞。圣皇子，你肆无忌惮，当众杀我手下性命。 当我脾气过于温和吗？天皇子向前迈步，英姿神伟，完美无瑕，非常的炫目，像是上古天皇复生。我说了，我是要杀你。过去你鼓动不少人对我出手，还有脸说这种话。今日我伤愈归来，准备全部一棍打杀。猴子草莽气很浓，黄金斗战圣气动九天，跟一尊斗神一样。在场的古生灵没有一个敢开口，对两人都很敬畏。 这是属于古皇子的争锋，一般的人没有资格介入。轰！猴子手中的黑色大棒轮动了下来，上面鲜血淋淋，血珠淌落，压得虚空跟一张破布一样乱抖个不停。天皇子身后一名老奴变色，上前迎击，不让自己的主子上前，祭出一盏铜灯，灯芯火烧他天穹，向下镇压。啪嚓！猴子手中的乌金大棍比山还重，粉碎道光。 击灭神火，以泰山压顶之势将铜灯震得四分五裂。噗，依然是没有一点悬念。这名很强大的的老奴的头颅被打了千朵万朵桃花开，元神都没逃出来，被灭在肉身中，成王了。天皇子后方的一名仆人惊道：“快速冲到了近前，护在最前方，挡住猴子的攻势。”当，这名老仆手持一条龙角剪。 发出一串赤光，一条赤龙飞出，对上了大棍，发出一阵阵道音，各种祥光与瑞彩纷呈。这是王者的一次对决，后方的人惊悚，全都快速倒退。这个级数的强者人族中很少见，让许多教主都倒吸冷气。快速大战，激烈冲击，猴子跟斗战圣皇复生了一样，踩踏天地，大棍横扫，勇冠天下，舞动乾坤。当。 铁棒与龙角剪之间火星四射，一缕缕锐气破灭，一条条祥光崩开，大道痕迹被震裂。猴子一力压十方，将这名老仆镇的口吐鲜血而退。真不愧是圣皇亲子，以斗战闻名，震慑世间。刚初步斩道，就打伤到了我。这名老奴胸膛剧烈起伏，浑身光芒流转，很是震惊。好，叶凡由衷为猴子高兴。 猴子不仅活着归来，而且迈过了一道很难越过的坎。要知道，先三斩道也不知拦住了多少人，天资惊世的人所受阻力可能会更大。天皇子终于变色，他也被卡在了这道关，至今还没有斩到成功。刚才若是他对上猴子，多半凶多吉少了。神之子莫要出手，你所欠缺的只是时间，修行一年抵他人百年功，将来无人可与你争雄。 那名老奴出言：“圣皇子，你身为太古皇族中的一员，却与人族圣体走在一起，还对各族出手，你要背叛先祖吗？”天皇子喝道：“你管的可真多！我与谁走在一起，你管得了吗？另外，少给我扣大帽子！太古年间，万族林立，常年大战，蛮荒大地上血流成河，到底被灭了多少族，谁能说得清？” 从来没听说万族是一家，都是各领风骚数千年。此外，人族也是万族中的一支。我无论与人族圣体走在一起，还是与血皇山的传承者走在一起，都没有什么区别。猴子也很犀利，气势如虹，持棍向前迈步，还要出击，想将天皇子打杀。天皇子冷笑道：“而今可不是太古前，各族复出，欲重主天下，臣服。” 可原来的大地却被人族全部占据了，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反抗各大部族吗？什么叫万族共生？你根本不懂，就不要给我摆什么道理了。真当自己是神之子了吗？我压根就没觉得不死天皇怎么样。猴子此话一出，许多古生灵都变了颜色。不死天皇那可是一个禁忌，不容亵渎。住口！你何德何能敢诽议太古天皇？这是大不敬之罪。 天下共诛！与其交手的那名老仆手持龙角剪高喝：“你一个奴才也敢在我面前大吼，滚！”猴子一声大喝，铁棒轮动了出去，将其震得倒退，机体出现一道道裂痕，眉心都淌出了一道血迹。圣皇子，你过了。天皇子眼眸可怕，黑发如瀑，身后呈现九道神环，共分五色，如同天皇转世一样。猴子冷笑道。 我父当年正道时，将你老子的道场彻底掀翻，有个屁的神迹，被一记圣皇拳轰成了渣，不过是被后人神化了而已。此话一出，满场皆忌，这可是禁忌话题，猴子却根本不在乎。这样说了出来，让许多古族心中都直打鼓。斗战圣皇，那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存在，根本就不信奉过去所谓的神，不然何以敢起那样的名号？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 有我无敌，无论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传说中的神灵，只要是对上他，只会一拳打穿，轰杀成粉。太古各族的确听说过那些传闻，但是却没有人敢多议论。太古末期是斗战圣元一脉的天下，圣皇统治大地，谁敢服逆？不曾想，今日猴子无所忌惮，全都说了出来，让诸多古生灵噤若寒蝉。叶凡终于知晓。 为何天皇子出事后想方设法算计猴子，要杀其性命？原来有这等密心。即便你是古皇血脉，也不能亵渎无上的天皇。今日我们毙掉你！负伤的那名老奴持龙角剪再一次出手了，大道轮阴如海，祥瑞道光漫天飞舞，斩向猴子的头颅。与此同时，一个更苍老的古生灵扑了过来，冲向猴子。叶凡变色。 他感觉到了此人的强大，怕猴子有闪失，无双圣壳绽放光华，但却隐匿了玄机，一下子就冲了过去。砰！他一拳轰出，与那名更苍老的仆人打在一起，迸发出一串血光。那个老仆先是手掌爆碎，而后整条手臂炸开，最后身体也龟裂了，横飞了出去，堪堪未朽。与此同时，猴子一棍也将龙角锏打得崩成数十块。 让那名老仆双臂裂开，而后脱落了下来。周围无论是古生灵还是人族，全都无比震撼，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古皇亲子间的恩怨，他们可不想参与进去。场中，叶凡与猴子并肩立，段德也大步走来，而后一起向前逼去，如三尊斗神一样，黄金血气连成一片。圣皇子，你即便斩到了又如何？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 天皇子森寒脑后九道神环快速放大，发出一阵恐怖的波动。神之子息怒，莫要强行出手。您的天资千古第一，斩道功成之际，同代无人可敌，会成为天皇一样的存在。请先进瑶池，我们来对付他。他的守护者开口：“大言不惭！”猴子冷沈道、哦：“当年我父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与不死天皇生在一个时代，不能将他轰成渣。” 而今你我同处一室，正好由我对付你，偿我老父之心愿。这些话可谓极其大逆不道，但周围的古生灵却没有一个人敢多说什么，全都当作没有听见。猴子的父亲是太古年间最后一位圣皇，许多古生灵都亲身经历过他君临天下的年代，斗战威名可压垮诸天，至今谈起来都会惊惧与敬畏。当年各族最强大的人都需要去顶礼膜拜。 高不可攀，毕竟是一位活生生的圣皇，比传说中的不死天皇这尊神灵更真实一些。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猴子多么霸气，甚至对太古天皇不敬，众人都不觉得奇怪。斗战圣元一脉本就如此，天不怕地不怕，轰杀一切神话。此时，叶凡、猴子、段德一起向前逼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血气风暴，黄金圣光淹没了这里。 何人敢在此大动干戈，无视这次盛会的规矩？瑶池中传来大喝：“有大人物出场了！”许多道身影冲来，血皇十七山的一位山主，火灵十三洞的一位洞主等，全都来了，皆是皇族代表。当见到是猴子在喊杀后，全都心头一跳。这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猴子目前的身份太敏感了，真要大闹，谁都要忌惮。我还没有踏进瑶池。 并不算违反大会规定。今日想再次杀了不死天皇的紫色，猴子手持乌黑的大棒，杀气腾腾，霸气无边。连续三天爆发，写的很晚，开始休息下吧，不然会更晚，质量也不好。不久后还会继续爆发的，所以请兄弟们继续支持，将月票都投给遮天吧，我们一起冲一下。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五章强势到底。小说遮天。 作者陈东，猴子杀气腾腾，霸气无边，手中沉重的乌金铁棒点指前方，像是要砸他十万里江山。一位生有九颗美女头颅，但身体是凤凰区的生灵开口道：“万族盛会召开在即，现在禁止一切杀伐，平和为贵。”然而，猴子大棒子已砸了出去，向前劈杀，让此地飞沙走石。 连旁边的矮山都将拔地而起，要崩开了。他已经出手，要打杀天皇子，强势无比，霸气无边，根本就没有听劝。血皇十七山的山主，火灵十三洞的洞主等，这些都是超然的存在，出过古皇的大族，具有无以伦比的崇高的地位，其他各族见到莫不要礼敬，旁人谁敢不给他们的面子？然而，眼前一个是天皇子，一个是圣皇子。 来头惊人，让他们很为难。此时双方未听劝，干戈没有就此止住，且要进行生死搏杀，让他们心头剧跳。若是常人不听劝，他们早已击杀了。当一串又一串的火星迸射出，如一颗颗流星穿透了天空，在瑶池外划出绚丽夺目的光。几名老仆一起上前，吃力挡住了这惊天一击，全都噔噔噔大步后退，嘴角溢血。 猴子神勇无双，大棍力沉势猛，刚气澎湃。旁边的几座矮山在棍峰下都拔地而起，隆隆而动，崩坏了，景象吓人。许多大族的代表都心头巨震。这就是斗战圣皇的亲子，刚出不斩道就有了这样的战力，年轻一代谁可抗衡？两位皇子都请息怒，无论有什么恩怨，都可以进瑶池去细说与理论，莫要在此大动干戈。 一个年岁很大的古生灵开口：“而今，即便是神残岭、原始湖的皇族都不好介入两个皇子的纷争中，因为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天皇子的身份不用说了，为神明唯一的血脉，各族都要礼敬一些。且古皇山外九大龙脉的守护者存活下来不少，并未被无始灭掉。而今，他的身后有一股极其可观的势力。至于猴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近期。” 让人忌惮，不敢招惹与得罪，因为西漠传来佛音，须弥山上的斗战圣佛还活着，很有可能是其亲叔，这让各大皇族心中都像是压了一块巨石，有一股沉重压力。斗战圣皇的幼弟避过其兄长的时代，活到了当世，也许将来可以正道，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此前听闻猴子遭一些古族算计，还未觉得有什么，而今却大不同了，谁还敢耍小动作？ 再无人敢刁难。若是旁人在大会开始前闹事，早就被直接就抹杀了。但这两人一个比一个横，就是各大王族都不敢动。最终，出过古皇的两个大族出马，挡在他们之间，这才止住了干戈。血皇山、火灵洞的人站出，阻住他们，不让双方靠近。这算是对两位皇子身后的人有了交代，为让他们分出生死。猴子很强硬，根本就不想收手。 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骂天皇子，此前联合一些高手追杀他，这件事不能完。圣皇子，那你打算怎样？一位年老的古生灵问道。猴子坚持要打杀天皇子，不肯让步。斗战圣元一族都很强势，被人生死追杀长达半年，他憋了一肚子的火。这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身为斗战圣皇之子，却遭一些奴仆追杀，这是对古皇的亵渎。 一直没有说话的神残岭一脉，有人站出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们地位尊崇，在万族中举足轻重。不远处，天皇子的脸色顿时一变，但却没有说什么。有大族站在了猴子的一边，这不是什么好兆头。的确，没有个说法，这有些说不过去。另一太古王族的人点头附和，倾向于天皇子一方的人都预感不妙。如果闹大的话。 难道真让两位皇子决一胜负，分个生死不成？一切都是我们的错，不该擅作主张，不该对圣皇子敌视，更不该率众追杀。老奴等愿以死谢罪。天皇子身后的几名老奴站出，确实，身为奴仆却敢杀斗战圣皇唯一的子嗣，真的过了，应该责罚。神残岭的人点头道，不少人变色，这是明显站在猴子一边了。 不过却也没有逼得太紧，只是要处决这几名老奴而已，并不没有真正指向天皇子。我等以死向圣皇子请罪。这三名老奴倒也果断，很是干脆，当场自碎元神，眉心崩开，自觉在当场。天皇子眸子阴鸷无比，当场脸色铁青，双目中射出两道骇人的光芒。你不服就自己站出来与我打一场。猴子依然强势。 以乌金大棒压向前方。好了，就到此为止吧。无故要杀圣皇之子的人确实当诛，但没有必要让风波扩大。火灵洞的人开口，其他一些大族附和。此时，诸多古生灵都噤若寒蝉。这可真是神灵打架，他们可不敢掺和进来。水太深了，可能涉及到了几大族的对立与联盟。猴子一来，自己以棍打死两人，而后又逼死三人。 天皇子身边的五名守护者拳王，让很多人胆寒，感受到了那种强势。这对于天皇子来说，无疑是一个耳光。尤其是后面的三人被当众逼死，让他手指节都发青了。人们都不敢议论，不少人都心中冒寒气。今日虽说是圣皇子与天皇子的交锋，但却也透露出了一些皇族的问题。猴子没有不依不饶，他知道适可而止，今天闹到这一步就够了。 再过的话就不太好了，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众多修士向瑶池内走去，人们对两位皇子都不敢靠得太近，怕被另一方敌视。人族圣体与猴子走在一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却也不敢多说什么。此前就敢大骂天皇子为鸡蛋，远古是西瓜，而今聚在一处，再正常不过了，一样的无法无天。这一次交锋以猴子大胜，天皇子脸色铁青收场。 每一个人都心中有一杆秤，琢磨今后如何面对这两人。都说天皇子资质古今第一，修行一年抵别人百年功。一旦斩道成功，肯定会发狂报复的。斗战圣元一族如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在太古鼎盛时也不过那么三五人而已，但却个个逆天。这么少的人口就位列皇族，统御天下，你觉得圣皇唯一的亲子资质会差吗？ 大会还有几日才开启，各族在私下里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去乱投靠。这是一个大事，古皇血脉都是蛰伏的神师，全都来到了一个时代，都会觉醒。不仅两人，还有黄须道、火妻子几人，孰弱孰强，难以说清。雪兰花飘香，摇曳下漫天花瓣如雪一样飘落，洁白一片。这是一片古木林，全都是苍劲的雪兰树。 馥郁芬芳，绿叶间挂满了雪色玉花，沁人心脾。叶凡、猴子、段德在古树下的石桌前围坐，开怀畅饮，很是自在。不久后，厉天、李黑水寻到此地，加入了进来。猴哥威武，猴哥霸气，几人全都觉得很痛快。尤其是李黑水对天皇子痛恨无比，曾被追杀的生不如死，若非昔年猴子姐就早死了。 皇子殿下，你们这一族鼎盛时也不足十人，到底怎么繁衍下来的？立天对于这种人生大事最关心，时时在研究。猴子挺无言的，但最终还是坦言，他们的血脉很霸道，可与其他族通婚，诞下的子嗣绝对是圣源。段德也笑眯眯道：“殿下，你们族的圣山在哪里？啥时候带我们去转一转？我对斗战圣皇。” 可是无比敬仰啊！猴子是性情中人，闻言拍了拍他的肩头，道：“会有机会的，以后带你去。”段胖子，你缺的不？我看你是惦记上斗战圣元一族的陵园了吧？叶凡急忙拦住了猴子，让他嘴巴千万严实一点。你怎么能怀疑我的人品？我只是单纯的想去考证一下斗战圣皇的无上风采。段德一脸正气的说道。猴子闻言脸色不善。 不过，最终却是给段德倒了一杯酒，道：“以后我带你进太初古矿，帮我烧出来点东西。”不带这么狠的！段德急忙摇头，一口拒绝道：“恕我无能为力。”几日以来，各族来了很多人，每日都有神钟冥响，皆是身份显赫的生灵，值得众人去迎接。而人族依然很尴尬，除却一个蛮王外，始终没有一个能镇得住场的人出现。 这一日，瑶池外又是一阵骚乱。出身原始湖一座魔山上的远古出现了，又是一条古皇血脉。未出意外，远古与天皇子走在了一起，进入瑶池后并肩行，与叶凡还有猴子遥遥相对。这就是远古啊！叶凡冷漠的看着，这是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子，很是健硕，黑发齐腰，肌肤呈古铜色，有带状魔物缭绕在身，很有压迫感。 他的眸子很特别，左眼内蕴一轮黑日，右眼内蕴一轮血月，显得无比妖异。一般人不敢与其正视，可吞人的元神。他静静的站在那里，如一堵黑色的魔山一样，肉身像是可以压他这片天地，让人心惊胆战。他刚一出现，就与叶凡还有猴子对峙，顿时引起一片大乱。不少修士都赶来，在远处围观。真是可笑，万族盛会快召开了。 人族不过来了一位蛮王而已，都没有几个能上台面的人。远古冷笑，脸上写满了冷漠，道：“大会开始时，祖王亲至，我看人族会出现什么人去与他们平起平坐，多半没有一个能够同桌而坐的人。”在场的许多人族修士敢怒不敢言，这的确是一个事实。相对来说，人族真是没有可威慑一方的高手。陈东写前段时间写了一个短篇《侠客列传》。 不过一万字是一个小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下，搜索“陈东在腾、和谐逊的威和谐博”就可看到了。本章完，第八百一十六章《封神榜镇北域》小说《遮天》，作者陈东。你就是远古那个西瓜，不装圣人你能死啊？我早想宰你了，这段时间乱跑什么？过来受死！断德叫板。 指着他鼻子叫阵，一副要灭掉他的冲动。厉天、李黑水都知道他是假货，顿时都直翻白眼。不过叶凡自己却没有拦阻，任他出头。远古左眼是一轮黑日，右眼是一轮血月。他雄伟高挑，闻言顿时立起了眼睛，残酷的笑道：“你这是在找死吗？你个西瓜，尽管过来，十招内我杀你。”段德大言不惭。 周围的人们不知他是假货，全都心惊。见到他一副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气态，都摸不清他有多么强。这就是人族圣体，早就听闻过他的名字了，原来是这个样子。他曾率蛮族铁骑踏平了北元王家，更是扬言说要灭掉神灵谷，击杀天皇子远古。真的这么强势？许多古族修士见到他浑然不将远古看在眼里的样子，直犯嘀咕。 一些人族女修士更是眸中直泛异彩，断得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大喝道：“远古西瓜，来吧！三招内我必杀你！”叶凡想踹他，这口气也太大了。从十招减少到三招，一次比一次不靠谱。怎么看，远古都是一个不好惹的主。也许斩到了都说不定，那样的话就是反过来三招杀他了。你有一点说对了，仅需三招而已。 我就可以抹杀你这个所谓的人族圣体。远古背负双手，浑身缭绕带状魔物，跟一堵魔墙一样，像是要横断三千界。许多修士向这里赶来，见这两人一个比一个嚣张，一个比一个狂妄，全都恨不得他们立刻打起来。一个是人族的圣体，代表了一种无敌战体；而另一个则是古皇血脉，天生是为正道而生的。你别过火，闹得过大，没法收场。 叶凡警告段德：“没事，瑶池盛会第一条规定就是不得再次再寻衅大战。只要他出手，说不定仙泪绿金塔就会震杀他。”段德道。另一边，天皇子也在传音告知远古道：“我在担心西皇塔在此地大战，德化会引动极道地威的。”远古神色阴沉道：“人族的圣体，你可敢与我去瑶池外战？” 真是没有一点胆魄，在这里我让你三招，如果还觉得不是我的对手的话，立刻给我滚，饶你一命，以后慢慢追杀你。断德傲视前方，背负双手，一副无敌的样子。远古的脸色越发的冷漠了，左眼中的那轮黑日腾腾跳动，右眼中的那轮血月也悠悠闪烁，他如一尊神魔一样，太嚣张了！人族圣体真的这么强大吗？ 远古体内流淌有太古皇的血，当年因为天赋超过所有原始狐皇族列宗，才被封印活到这一世。天生是要正道的，许多古族都不平了，觉得叶凡过猖狂了。即便再强大，也不认为他能力压远古。诸位，瑶池内禁止争斗，不然西皇塔会散发出地威，请各位为自身安全考虑。就在这时，一道天籁之音传来，一名女子窈窕婀娜，轻盈走来。 这是一个如精灵一样的女子，身段修长，纤腰盈盈一握，连部曼妙轻柔，一头黑发跟绸缎一样闪亮。她肌肤银白如玉，闪动光泽。这是一张绝世仙颜，睫毛很长，眸子带着水雾，蕴有如诗一样的灵韵。瑶池圣女来了，以真面目示人，不再如过去那般仙雾遮掩。此时她仪态万千，终天地之灵慧。一场紧张的对峙被化解。 因为他赶来传了一则消息，万族盛会未开始前，各族可以先坐下来谈一谈。远古被原始狐的人叫走，未容他与人族圣体对决。十几年后再遇瑶池圣女，尽管不是第一次相见，叶凡依然觉得惊艳。这是一个如真仙凌晨一样的女子，真是国色天香，堪与一青舞媲美。厉天跟打了鸡血一样凑上前去，展开折扇，自我介绍了起来。 严称是一教之主，不断的套近乎。段德一本正经的走上前来，一巴掌将厉天按到了一边去，认真的看着瑶池圣女，道、哦：“其实有一句话，在十二年前我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得出口，所以十二年后，我为你回来了。”叶凡额头黑线纵横交错，一步上前，掐住了他的脖子，以圣壳将他镇压。瑶池圣女愕然，而后眸波流转，让神珠失色。 令锦绣净土黯淡。他笑了笑，转身离去。妈的，这胖子欠揍，过来一起收拾他。叶凡道：“厉天第一个响应，其他人也上前。”道爷，我也是一片好心，既然不愿意，下次我注意就是了。”段德叫道：“不行，绝不能再让你这个王八蛋入主我肉身了！再不出来，我拿吞天魔怪收了你！”叶凡威胁。段德叽歪。 让他先还魔罐，罐子先不能还你。而今人族没有一个圣人出现，到时候多半需要这具圣壳出场震慑。叶凡道：“这具圣身货真价实，所欠缺的只是神则与法力。若是有人试探，非露馅不可。若是将吞天魔罐收于圣窍体中，别人的法力就是冲来，也可全部化掉，无人能试出这个无底洞。最终，在一个无人之地。” 叶凡将少半元神归于本体，不敢全部注入，怕引来天劫；而另一半则继续留在圣壳内，必要时准备以圣人身份登场。盛会未开始前，各族已开始坐下来相谈了。叶凡他们向哪里赶去？这是一座宏伟的大殿，显然内部刻有空间道文，容纳多少人都不成问题。在这里，各种生灵应有尽有，许多人都奇形怪状。 很是嘈杂，吵个不停。人族占据的土地太广袤了，一个弱小的族类却统治了整片大地，是该归还我们这片土地了。大殿中各种声音皆有，争吵个不停，甚至许多大族都开始在划分疆域了，要平分各地。人族教主也在争论，但是显然并未被那些强势的种族看在心上，几乎快被无视了。太古年间，人族不过偏居一隅。 自保都成问题，是许多强大种族口中的食物。某一王族非常的强势，当众就说出了这么过分的话，有恃无恐。不错，当年万族并立，诸王争雄时，人族有时会寻找强大的族群庇护与依附，不过是一个不足为道的小族而已。当今已经不是太古了，而今是人族的天下。叶凡走了进来，真身在前，圣客在后。 不过却没有发出圣人威压，哼，确实不是太古了。不过而今我们各族都苏醒了，一切都不可能如过去了。一个年老的古生灵森然冷笑，说是万族盛会，准备坐下来和谈，可是各强势种族根本就没有将人族放在眼中，高高在上俯视。遥远的天地尽头，在一片巍峨的黑色大月间，今日传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东荒中域。 临近北域的圣牙被大成圣体的鲜血染成了黑红色，而金骑师还在山顶的巨棺中。此时，封于圣崖上的一张金色的古卷发出灿烂的光芒，烈烈作响，竟然松动了。这是一张璀璨的长卷，如同黄金铸成，为昔日无始大帝所炼制，阵风此牙足有十几万年了。就在这一刻，它剧烈抖动，哗啦啦作响。 竟要飞天而起，整座黑色的大山都因他而摇颤了起来。最后，炽盛光芒冲霄，他终于是脱落了下来，神圣而浩大，让人无法正视，要对其顶礼膜拜下去。瑶池内，各族争执不停，商谈如何划分疆土，根本就没有将人族放在眼中，姿态很高，真的像是在俯视附庸小族一般。自从叶凡仪进入大殿中，远处的远古等人。 就发现了他，天皇子站了起来，冷笑道：“都说人族大帝未死，无始坐下，张灵阵杀了神灵谷。我看此中有诈，根本不可信。”他在这种场合说出这种话语，无疑是很惊人的，历史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望了过去。我只想说，一位大帝即便再强大，也不可能活上十几万年，除非他已成仙。天皇子英气逼人，容貌近乎完美。 背后浮现九道神环，他如同一尊神灵一样，眸子深邃无比，睥睨大殿诸雄，继续开口：“你们人族谁能论证出这个世上是否有仙？我父留给我的印记，让我可以洞悉一些天机。我曾在古黄山沉睡无尽岁月，可以清晰的告诉你们，无始早已作画，就发生在八万年前。当时我虽然懵懂，灵智未大开，但是却深知发生了什么。” 他死在了道台上，那种气息惊天动地，压他万古诸天，绝对是一位大帝在羽化成灰。天皇子这些话一出，让许多人震惊，大殿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呆住了。人族，你们内心恐惧，使用诡诈之术灭了我太古一大王族，想以此镇住各族，太痴心妄想了。天皇子冷笑连连道：“因为。” 我深知无始死了，所有人族修士都心中发凉，而后许多人喝喊：“一派胡言！当年你还未出世，能感应到什么？你父的坟墓被无始大帝入主，你怀恨在心，诋毁他的无上英明。无始大帝怎么可能会死？是他派人镇杀了神灵谷，而太古各族则全都心思活跃了起来，许多人都很激动，大声询问：殿下。” 这是真的吗？巫史真的在八万年前羽化成灰了吗？宏伟的古殿中顿时一片大乱，许多古生灵都情绪剧烈波动。天皇子认真的点头道：“没错，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因为当年我离那座道台太近了，亲身感应了这一切。”这些话语一出，瑶池彻底大乱，许多古族都忍不住长笑了起来，而人族则一片愁云惨淡。 无比忧心，突然，瑶池外一阵骚动，而后快速蔓延了进来，显然有大事发生了。无始，无始大帝还活着！有股生灵惶恐，大口喘粗气，进入殿中，说出了这样一则如惊天霹雳一样的消息：发生了什么？连血皇山、火灵洞这样的皇族都不能超然了，第一次变色，亲自询问。外界已经大乱，无始大帝复活了。 他所炼化的封神榜划过北域大地，万丈金光照耀人世间。求月票支持，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七章：封神涉万族。小说《遮天》，作者：陈东。一张古卷横穿北域，照亮了大地，光芒通灵，像是照破了古今未来。它像是以黄金铸成，通体一片璀璨绚烂夺目。 化为一道的永恒的圣光，由中域而来，纵横广袤北地，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光华一闪，就是成千上万里，划破人世间。这是一种神迹，它横贯三千界，连穿九重天，散发着不不朽的神性，与天地长存，与日月争辉。这是古之大地的气息。北域大地上，也不知有多少生灵皇具，忍不住跪拜了下来。惊天神迹！ 这是神灵在显化，许多人都颤抖着，叩首出血，长跪不起，神情恐惧。不朽的神光贯穿北域，每一条轨迹都如一条天堑，切裂苍天，灿烂无比，像是纵横上下八万年。封神榜烙有无始大帝的印记，像是化为了一只金色的大手，就这样横扫过诸天，惊住了整片北域。这太可怕了！人族真的还有大帝活着吗？ 一处古老的巢穴内，一群古生灵仰望天际，神色惶然。速度太快，是无以伦比的神明契机。难道回到史前神话时代了吗？另一处古族部群中，也有一群强大的存在悚然。这张金色的神榜，道光千万重，压盖九重霄，轨迹惊人之极，垂落下漫天的祥瑞，像是在逆转时间，回归太古。封神榜。 它像是一道飞仙之光，先后照亮北域每一寸土地，像是有人羽化飞仙，惊人之极。神残岭、原始湖这些禁地都被照耀了，有无上帝威隆隆而下，让这些出过古皇的大族震动。是，古卷烈烈划过火灵洞，短暂的停留，浩荡下铺天盖地的混沌气，让这一古老的皇族全部悚然。十三个古洞皆冲出磅礴神光。 这是什么？真是一位人族大帝在显化吗？当金色的古卷远去，火灵洞这一太古皇族脸色凝重，全都遥望天际。无始欲炼阵仙榜，封印仙人，可是世间并不见仙，倒是有一次神奇的古生灵，因此他就改称为封神榜。是那件仙物，他冲入我火灵洞上方，这是在警告吗？他真的活着，让人心中难安。不久后。 封神榜进入血皇十七山，一样垂落下千万大道之光，淹没群山万壑，让下方的皇族一阵悚然。不要复活古皇兵，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有年老的祖王盯着天空，沉声命令道：“封神榜远去，并没有太久的驻留，消失在了茫茫天际。”就在这一日，北域各地最为强大的一批太古王族都心聚到了极点，难以安宁。 一道黄金古卷横贯苍穹，在他们足部上方显化。茫茫大地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族修士在膜拜、长跪不起，而古族各部则是惶然，心中充满了恐惧。瑶池内，宏伟的大殿中，当人们得知外界的一切后，全部石化，而后很快又人声鼎沸。天皇子像是挨了一拳，脑后的九道神环差点溃灭，这可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打得他发懵，无始大帝复活了？不可能！他不相信。当年他确实生出过感应，觉察到了道台上的异动，有人在羽化，怎么又再现时间了？八万年前，他尚在神卵中，但是却也有一丝感知，那种气息惊天动地，就在其不远处，怎么可能会有错？宏伟的大殿中，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一次，人族气势大涨，各族都相对苦涩。 如果真有一位大帝还活着，他们所有族联手都无用，除非进太初古矿去祷告。可是那个地方与太古年前不一样了，再无人能步入，发生了不为人知的大变，还属于各族吗？各族嘈杂，全都在争吵与议论。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影响前所有的巨大。此时，如果说谁最失意与悲剧，毫无疑问当属天皇子。他用力攥着双拳，指节都快断了。 不久前，他去神灵谷游说，说无史早逝，不能出现在这个世间了。结果没过几天，张林横空出世，留下奉无史大帝法旨之名，镇杀了这一族所有人。而今，他又在世人面前说无史大帝早已羽化成灰，结果封神榜里立刻飞出来镇压北域。这可真是打脸，而且是噼里啪啦连着打，响个不停，让他情何以堪？他的肺都要炸了。 天皇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憋闷，恨不得仰天长啸一场。这实在是两场悲剧，毫无疑问，这对他的威信打击是巨大的。即便他的父亲身一尊神灵，不死天皇也架不住这样挥霍。且就在不久前，他被猴子压了一头，这样前后对比，很明显圣皇子胜了一筹，让他欲火内烧。哈哈，远处段德非常不厚道。 就这样盯着天皇子，似乎忌惮的大笑。这个天皇子其实还是挺犀利的，每次都点中关键。若非张林惊艳世间，若非封神榜适时出世，还真会被他捅出天大的窟窿来。李黑水叹道，旁边几人都点头，就连叶凡也不得不承认，只能怪这个天皇子太倒霉了。两次放话都有极大的杀伤力，奈何总是莫名悲剧。 没有谁比叶凡还有段德更清楚，无始大帝绝对不在这个世上了。他们见到了其羽化的痕迹，只是封神榜为何会自行脱落，且快如闪电一样进入北域，威慑各大古族，一时间难以说清。要知道，圣崖步步惊心，一步一杀局，有无始大帝的亲手布下的杀阵。至于想接下封神榜，就更难了，那是古之大帝炼出来的仙物，可以封神。 不会，圣崖内被镇压的那个道人脱困了吧？叶凡心中一颤，而后又摇了摇头，应该不是他，不然不会帮人族震慑北域。大成圣体，血染石崖，十几万年过去，依然有许多石坑成为血洼，没有干涸，可怕无边。那是叶凡震慑的关键性一步，在他的计划中，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会领人会去揭榜，以地兵灭了那个道人的最后一缕元神。 但没有想到，神榜自行飞了出来。这一日，北域各族部噤若寒蝉，真的被吓住了。封神榜临头，划破北域长空，汹涌出谷之大地威压，谁不惧怕？这其中一定有诈！天皇子咬牙低声自语。但是此时谁会听他的？在其身旁只有一个远古与其同进同退，别人都去商讨对策了。北域大地上。 但凡人族修士，无不欢欣鼓舞，一片沸腾。没有比这更振奋人心的消息了。在太古各族看来，人族就是砧板之肉，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可是当中却有一头神狮复活了，这是一次逆天的大转变。瑶池内，人族面对万族，底气足了。叶凡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走出古殿，漫步于秀山明湖畔。他们见到不少熟人，全都点头招呼。 而今，即便朱圣主见到叶凡，也都很忌惮，不敢托大。那不是瑶光圣子吗？李黑水道，多年未见，瑶光圣子多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没有了往昔灿烂的圣光，有的只是一种真实感，像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了，融入在天地自然中。没有什么过多的话语，双方只是隔着一个小湖点了点头，就此擦身而过，各自上路。这个家伙不简单啊！ 断得道，不用他说，在场的人都知晓瑶光身子非凡，至今还没有人是出过他到底有多强。主要是此人很低调，还未闻有金氏大战。不久后，叶凡见到了金翅老鹏王，比以前更苍老了，少了几分霸气，多了几许沧桑与萧索。叶凡上前见礼，对这个老鹏王还是很钦佩的。此人横行天下，倒也磊落，当年并未护短。 不然他可能就活不到现在了。小鹏王兄可来了，死去两年了。老鹏王看那落叶飘零，有一次悲凉，有一丝落寞，浑浊的双眼更有些黯淡。小鹏王兄不在世上了。叶凡发呆，人生可真是无常。那样一个性格强势的天才妖雄，竟然陨落了。当年金翅小鹏王几次将他逼入绝境，曾是他最强大的敌人。黄金太极元就是。 在其天妖屠圣决下做出重大突破的，比起阴谋诡计的人，金翅小鹏王更为硬气与直接，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决战，没有伏击与算计过他。那样一个强势的小鹏王，被誉为东荒潜力最大的几之一，就这么死去了，可谓英年早逝。他太要强了，为了通过我天鹏族大圣设下的九道天关，强行硬闯，终是失败了。老鹏王一声叹息。 无比的落寞，老来丧掉最为疼惜的血亲继承者，这实在是无法承受之重。叶凡不知如何安慰，修炼的道路就是这样艰难与残酷，岁月太无情。天纵之姿的小鹏王就这样陨落了，让人感叹。随着万族盛会日期临近，终于是有太古的祖王现身了，瑶池震动，神钟长鸣，所有人都出去迎接。许多人猜测，若非封神榜出现。 多半不会有远古圣人级的祖王到场了，因为人族真的没有一个镇的驻场的人，难以惊动他们。圣皇子何在？真以为有斗战圣佛为你们撑腰，就可以亵渎神灵了吗？敢辱不死天皇，须以死谢罪！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批赶到的太古祖王直接兴师问罪，要杀猴子，无比的强势。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子，肌肤雪白，吹弹欲破，身躯曼妙。 绝代风华，但却无比的可怕。进入瑶池后，他径直找到了叶凡与猴子，冷笑道：“我管你是人族圣体，还是斗战一脉的圣皇子，敢辱不死天皇，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你当这里是何地了？祖王有什么了不起？一样可以镇杀。”叶凡入主的圣壳上前挡住去路。不远处，天皇子冷笑，与一些古族生灵站在一起，一语不发。 猴子很干脆，手持乌黑的大棒子啊！等我到了圣人境界，将你们全部轰成渣。今天将会努力奋发下，争取写出三章来。动力啊，动力！各位兄弟姐妹，月票都砸来吧，给我砸出点激情来！本章完，第八百一十八章：神女再现。小说《遮天》，作者：陈东。这一看就是一个护犊子的主。断德嘀咕。 这明显是为天皇子出头而来，纯粹是兴师问罪。这名女王相当的美艳，身体纤细轻盈，如玉一样近乎剔透，七彩霞光照体，秀发光滑柔顺，一步一步走来，仿若一尊女神。她的眼神很凌厉，伸出白皙温润的纤手，点指猴子道：“即便你是圣皇子又如何？亵渎万族神灵就得死。”众人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劝。 他虽然娇滴滴、惊艳动人，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一尊祖王，无人可匹敌。人族就更不用说了，鸦雀无声。这是一个远古圣人级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太高远了，向来只在传说中出现。砰！猴子将大棍杵在地上，火眼冒金光，桀骜不驯，没有一点惧意。现在根本就没有后路可言，唯有死战。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 我给你一个机会，向天皇子赔罪，当着各族的面对不死天皇忏悔，这样我可以饶你一命。不然，即便斗战胜佛还活着，我也要出手。凛冽的杀气，冷酷的话语，从这样一个艳丽动人的女子口中发出，平添了一股诡异的气氛。让我低头，破我地心。你倒是好打算。你如果无所顾忌，就杀了我。到时候，不死天皇的所留下的一切。 也会被轰成渣。猴子不低头，此时光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抗衡不了这尊女王，唯有他的叔叔才能震慑。周围的人都一哆嗦。依照这一族的脾性，真是做得出。斗战圣皇的亲子被杀，作为亲他的叔叔，即便成佛了，估计也会化成一尊修罗重新出世，血洗东荒。女王眼中寒光一闪，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向前拂来。 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惊悚了。圣人威压席卷十方，瑶池内大半人都站立，而后跪了下去。方才女王那敛气息，此时一旦外放，根本就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扑通声不绝于耳，地上一大片，各个种族的人都有，全都体若筛糠，战战兢兢，在地上打战。这根本不像是在面对一个血肉之躯，像是在朝拜一个神明，恐怖气息无以伦比。 没有几人可以站立。砰！猴子手中的大棍当时就被崩飞了，他双手虎口崩裂，鲜血长流，浑身金色的毛发都倒立了起来。这就是圣人之危。那只纤纤玉手还没有扶过来，就让猴子这等初步斩到的人遭受重创，口中溢血。嗡<问>！白皙动人的玉指终于是扶了过来，连王者都要亡魂皆冒，这种力量太可怕了。 一旦扫中，什么都要成灰。这名女王像是铁了心要毙掉猴子，脸上冷漠无比，根本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轰！叶凡终于出手，虚空一阵颤抖。他所入主的圣壳光芒万丈，横在前方，一拳霸绝天地。所有光华都不是他所绽放的，而是他身体在吸纳十方精气。他不想露出这具圣体的秘密。这是一拳刚猛霸道。 单以肉壳攻破前方的圣人光幕，撞向女祖王。不得不说，这是一尊可怕的女王。第一时间觉察到不妙，没有硬汉，而只是借力打力的化解了一下而已，横移了出去。即便这样，她的纤细玉指也是一阵痉挛，被那只拳头擦了个边，鲜血淋淋，指骨折断。四方皆惊，人族修士最震撼。这是什么人，挡住了一位女王？ 何时多了这样一尊圣人？所有人都呆住了，全都不可思议的望来，怔怔无言。此人早已入瑶池，却无人感知其圣威。好强大的肉身，我真是小觑你们了。还有这等人物在此，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后方传来这样的声音：两名中年男子并肩而来，都很神武，穿着洁白的银色战衣，与女王一同面对叶凡。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天皇子身后。 竟有这些古王，都是他父亲昔日部众的后人，果真强悍，是一股让人不得不小心思量的势力。各位前辈，这次大会有条规，不能在瑶池内寻衅动物。瑶池圣女开口，声音很柔和，并不畏缩，清晰的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天穹上，仙泪绿金塔垂落一道又一道绿蒙蒙的气流，每一根都粗大如山岳，沉重而巍峨，让在场的人窒息。 这时，神残岭的人上前道：“各位前辈息怒，他毕竟是斗战圣皇之子，纵有不对之处，也请手下留情。”其他古族也有人附和，为猴子求情。怕这三位古王一起出手，那样的话没人能挡住。我说了，首先他需向天皇子赔罪，而后在万族的面前忏悔、跪拜不死天皇神位，不然绝不能饶恕一死。女王先手恢复。 冷漠的说道：“万族盛会召开之前，就早已达成共识，不得在此大战。你觉得你们可以凌驾在万族之上吗？这可天地间的圣人，可不就只有你们三个？”叶凡道：“是吗？那就出去解决。”这位女王打定主意要对猴子出手，伸手向前抓来，准备将他拘走。你们太肆无忌惮了！叶凡上前出手阻挡。 猴子更是大怒，浑身金色毛发倒立，重新握起大棒子，轮动下去，向前劈杀。人族难得有一尊圣人，好好珍惜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封神榜也是假的。后面那两个身穿银色战衣的古王冷笑，一起上前要对付叶凡。很显然，他们与天皇子的观点一样，认为无始大帝坐化在了八万年前的道台上，不可能还活着。 叶凡大皱眉头，这是三尊货真价实的祖王，而他只是一个冒牌货，真要对上绝对饮恨。他是有些厉害的底牌，但并不适宜此时展现，将来还有大用。小小的一只猴子，你父亲本就十恶不赦，摧毁万族唯一神明的道场，你也想翻出浪花不成？今日好好的教训你，让你明白毒神的后果。女王很记仇，一看就是早有怨气。 当年斗战圣皇威压天上地下，他们只能忍。而今想在猴子身上找回来，此时万族都不敢言声，全都大气都不敢出。三位祖王对于他们来说是神奇一样的存在。砰！叶凡出手，与其中一个祖王对上，肉身攻破几重光幕，但终究是被神则的力量挡住了。小猴子，我看今天谁能救你？嗡的一声轻颤。 女王将其猴子手中的乌金大棒弹飞，却没有折断。她露出金色，道：“这是当年的那杆凶兵。”猴子长笑，但却挣脱不出，被女王拎起向瑶池外飞去。面对这等存在，不为圣人终究不是行，与蝼蚁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一点悬念。我看谁能救你！一只小小的猴子也敢对不死天皇不敬，今日我慢慢抽你的骨头，剥你的皮。 女王冷笑连连，将猴子提出了瑶池，许多生灵都跟了出去，全都要看个究竟，跪还是不跪，生死由你而定。女王道，虽然娇艳欲滴，但是却有杀气弥漫了出来。猴子自然宁死不屈，根本不可能服软，那比杀了他的还难受。叶凡知道不能耽搁下去了，暗自引动吞天魔罐，将冲来的神泽化掉，突围而去，避过那。 与他对峙的祖王冲向猴子那里，不跪的话，我亲手打断了你的双腿，让你以头触地，长跪不起。女王森寒就要动手，后方天皇子、远古等人冷笑，全都一语不发，静静的观看，嘴角带着一丝揶揄之色。屁！突然，一个响亮的耳光在场中响起，是如此的突兀，让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 场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少女，看起来清丽动人，肌体如银玉，洁白细嫩，一头紫发很飘逸，遮住半张鲜颜。他甩了女王一个耳光，将猴子从地上拉了起来，光滑一闪，帮他擦去血迹，治愈了伤痕。所有人都呆住了，这是一个什么的存在？上来就打了一位太古女王的耳光，如入无人之境。瑶池外，灵泉汩汩，绿草如茵。 这是一片净土，静到了极致，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一切太突然与耸人了。这个少女得多么强大，敢抽女祖王嘴巴？这样登场，让人觉得震撼。女王自己也呆住了。多少年了，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羞辱她。但是当见到那张仙颜时，她却忍不住心中剧跳。轰！就在这时，叶凡从瑶池冲了出来，他不明所以，对着这个女祖王扑杀了过去。 拳头刚猛霸气，罡气澎湃，飞沙走石，旁边的几座矮山直接拔地而起，崩塌在半空中。女王回过神来，匆匆一挡，噗的一声，一条藕臂崩碎，化成了一团烂泥，而后整个人横飞了出去，差点四分五裂。叶凡得理不饶人，继续追击。一名身穿银色战衣的古王追了出来，大声呵斥，想要阻挡其前路。 而当此人见到场中的灵动少女后，也都呆住了，跟女祖王一样发怔，而后噔噔噔倒退。你还活着？轰！另一边，叶凡与女祖王又碰撞在了一起，这一次让其半边身子裂开，浑身是血倒飞。啊！女王长啸，无量神则打出，向前汹涌而来，要将叶凡淹没。这时，场中的少女出手了，轻轻一扶。 无边神泽，滔天法力全部归于静止，而后湮灭。直到这时，叶凡才停下来。当仔细辨认出场中空灵少女的容貌后，他瞠目结舌：“是她活了！昔年在神城一块名为血祭台的奇石中，内蕴有一尊神女。当时她被一杆绝世凶兵穿透胸部，钉死在神园内，被刚出世的猴子抢走。竟然是她！”远处。 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道人，一个身穿九龙黄金战袍的皇子，一个身穿雪衣的小尼姑正在一起走来，在他们间还有一个小精灵，形似一只小凤凰一样绚丽夺目，飞来飞去。当他见到瑶池外紫发少女的刹那，一下子呆住了，很是迷茫，一双大眼中泪水不受控制，成双成对的往下落，而后嗖的一声飞了过来，呜、哦哦。 连这个小生灵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场中的少女有一种难以说清的亲切感，落在她的肩头，呜呜的伤心大哭。第二章到啦啦啦啦啦，求月票，我去努力写第三章，别到时候月票没什么起色，那样太打击俺热情了。如果还有就投来吧，感谢啊感谢。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九章神蚕公主。小说《遮天》。 作者陈东，紫发神女神色恬淡，轻轻抚摸肩头上的那只小生灵，如玉的手指晶莹透亮，闪烁惑人的光泽。这只形似小凤凰的一样的精灵，哭得稀里哗啦，泪眼汪汪，彻底模糊，呜呜的叫着，不断的以头磨蹭少女的脸颊，更是伸出一只小爪子攥住她一绺秀发，死也不肯松开，生怕是梦一场。是那只神蚕。 李黑水眼睛差点瞪出来，而后又盯着那名清丽如仙的少女，觉得不可思议。当年这尊神女在神城赌石方被切出来时，神蚕就大哭个不停，最后都昏厥过去了。而今相见，她已是数次变身了，却还是没有忘记。这可真是一只重感情的蚕，生离死别在太古，而今终于是又重逢了。叶凡轻叹。另一边，王女与两外两名。 男性古王无比的惊骇，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一个应该早已死去的人。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全都在慢慢后退，神色很不自然，甚至有些惧意。紫发少女一边的秀发遮住了半张脸，清秀而空灵，嘴角弯弯，露出一缕欣慰的笑意，抚摸小神蚕，乖，不哭，不是又相见了吗？难为你能留住印记，没有忘记我。 到时候给你一方神冤做奖励，他轻轻的笑，雪白的背齿比珍珠还晶莹，很是灿烂，感染其他人的心绪。正是这样一个女子，却让三位古王忌惮，迟迟不敢有任何动作，甚至想要就此退走。远处那三人走来，披头散发的年轻道士被人认出，正是一直游荡在神城的神残道人，而那身穿九龙黄金战袍的男子。 是大夏皇子夏一鸣，至于那个白衣小尼姑，则是大夏公主夏依灵。小乖不哭。白衣小尼姑轻唤，见到神蚕哭得这么伤心，跟个花脸猫一样，她也很难过。没事，她只是见到了亲人而已，喜极而泣。真正的神蚕皇族，有些东西是难以磨灭的，不会忘记。神蚕道人开口：“小乖。”场中心的少女闻言诧异。 而后又露出一缕笑颜，道：“很好听的名字，以后就叫你小乖了。”神蚕扭捏，一边哭得稀里哗啦，一边以自己的头摩擦少女的脸颊，呜呜的叫着，似乎在述说什么。远处神残岭的一群人全都冲了过来，激动无比，行大礼参拜，道：“嗯，是公主殿下，还在世上？”所有人都石化，尤其是太古各族。 一个个都是既敬畏又震惊，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许多人都跪倒行大礼。神残岭曾出过一只九变无敌、天上地下的存在，横扫诸天无对手，世间称皇。神残岭虽然强者很多，但多为金蚕、银蚕、玉蚕等，真正有黄血的极少，历代从未过十五之数，仅比斗战胜元一族多上一些而已。 身为神蚕岭昔年威震天下的公主，有很多传说，自然引发了极大的震动。拜见神蚕公主，参见斗战王妃，几乎所有大族的生灵都跪拜了下来，全都无比的恭谨，一个个都在大声山呼。这让许多人类修士都发毛，摸不清所以，全都怔怔的看着。起来吧，叫我公主就好了。少女的声音很柔和，悦耳动听。 她还是斗战王妃，怎么回事？段德捅了捅伤势尽复的猴子，他差一点成为我的婶婶，但却在一次大乱中被人杀害了。猴子到来，啥？段德翻白眼。猴子的叔叔是谁？很有可能是西莫的斗战圣佛。这么算来的话，这个少女的来头还真是吓人。此时，其他古族的人也都议论了起来。 但凡大族都知晓一些往事，小族却知之甚少。神蚕公主天纵之姿，昔年太古各族无数俊彦去提亲，全都被打了出来，铩羽而归。唯有斗战圣皇的亲弟弟通过了他的考验。可以说，这位公主不仅明艳动天下，一身修为也是惊天动地，远超一般的祖王很多。可惜太古末年，斗战圣皇作画，大地上失去了无上的统治者。 顿时大乱，各族相伐，不知发生了怎样的惊天大变故，连神蚕公主都陨落了。消息传出时，各族都大震动。当年猴子先是进瑶池求取蟠桃，又吸入秦岭争夺梦幻神髓，就是为了救他。叶凡恍然，难怪猴子这样尽力。严格来说，这是他的准婶婶。多亏当年你送的那枚圣果了，正是当年他们神蚕一族的圣药所结出的。 猴子道：“叶凡也听闻过，荒古深渊上的九株圣树，其实乃是一株不死药拆分生成，属于太古年间的神蚕一族。这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那本就是神蚕族的东西。”神蚕道人也在场，严格来说，他比该族所有人的辈分都高，是九变成黄的始祖的亲子，地位超然。他并没有凑过来，抱着个酒坛喝得醉醺醺，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 显然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神蚕公主安抚好小乖后，那缕笑颜消失了，转过身来，虽然神色依然很恬淡，但是却多了一种威势，注视那名太古女王道、哦：“刚才我听说你要让圣皇子下跪，在万族面前忏悔，还想杀他。我想问你，凭什么敢这样嚣张？”他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是却很让现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静观望。 这个清丽灵动的少女，连当年的斗战老圣皇都很满意，让自己的幼弟去提亲，怎能不让各族的王忌惮？他亵渎神明，侮辱天皇，理应受罚。太古女王道，不过语气明显不是那么硬了。读什么？当年斗战圣皇在世时，怎不见你去理论？他掀翻了不死天皇的道场，你为何不站出来说上一二？我看是欺软怕硬吧。神蚕公主淡然道。 我并没有想杀他，只是想惩戒一番，让他对神恭敬一些。女王显然很发怵，再也不似以前那样强势。神蚕公主平静无波，摸了摸肩头上的小乖，又向前看来，道：“他身为圣皇子，脾性刚烈，你却要他向天皇子赔罪，当着所有人的面下跪，还有比这更恶毒的吗？想打断他的双腿，跪在万族前，是想破其正道之心吗？”说到这里。 神蚕公主恬淡神色不变，但是话语却有些冷了，道：“我也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在自己跪在万族前，二是我打断你的双腿，跪在万族前，然后向圣皇子赔罪。”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杀气，果然不愧为太古末年最出名的女强者之一，相当的干脆与强硬。你欺人太甚！太古女王大怒，她身为一代祖王，可号令一大王族。 任何人见到都要礼敬两分，却要向一个后辈跪拜，比杀了他都难受。即便这个人是皇子也不行。修行到了他这样的境界，在太古等阶森严的世界，是最顶级的存在，除却古皇，无人值得他下跪。你也知道欺人太甚，方才为何让圣皇子在万族前下跪忏悔？你究竟是想针对他，还是想羞辱已逝的老斗战圣皇？说到这里。 神蚕公主语气加重，脸色也不是那么的恬淡了。太古各族皆知，神蚕一族与斗战圣元一脉交好，尤其是神蚕公主当年最尊崇的就是斗战老圣皇，此时自然要质问了。他一个小辈而已，纵然身为圣皇子，我让他下跪赔礼也没什么。太古女王道，底气已经不足。好吧，那我现在要求你跪下来，自己选择吧。 神蚕公主平静的开口，她肩头的小生灵似模似样的跟着点头，一双还有泪水的大眼眨巴个不停。公主殿下，这未免有些过了。另外两名蛊王上前道：“你们两个有多远，给我消失多远，不然也一样给我跪下来。”在这一刻，神蚕公主展现了出了她强势的一面，声音不高且很平静，但却相当的慑人。周围。 各族强者大气都不敢出，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神蚕公主虽为一女子，却有斗战胜族的强势与霸气。我等为不死天皇部众后人，地位尊崇，无人可让我们下跪。太古女王道：“不死天皇，好大的威名！你这次主要是为天皇子出头吧？你信不信我直接将你身后的所谓的什么皇子全部抹杀？”神蚕公主冷笑。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太古女王变色，面对神蚕族第一高手，终究是没有敢说什么，生怕他真的失了手。后方天皇子、远古都是心头巨震，他们觉得这个女子说得出、做得出，即便他们身后有太古皇族撑腰，神蚕公主也敢杀。鸡蛋、西瓜，你们给我老实点，不然立刻毙掉你们！断得狐假虎威，天皇子。 远古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记住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胖子。他妈的！段德刚说完，就给了自己一嘴巴，骂自己糊涂。金不是顶着圣体出场了，后悔不迭，大骂晦气。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让圣皇子下跪，现在怎么了？逼我出手吗？神蚕公主冷笑。你！太古女王变色。神蚕公主出手，纤细玉指飞出七彩神光。 化成一片光雨飞洒了出去。咚！太古女王展出各种神则，拼命阻挡，但是在数十上百次碰撞后，终于是一声大叫，惨哼了出来。咔嚓！谁都没有看清神蚕公主是如何出手的，太古女王的双腿就发出了骨折的声响，彻底变形，一下子软倒，被一股神威压迫，跪在了地上。你！她神色狰狞。 神蚕公主一招手，将猴子拉到了近前，面对女王道：“赔罪吧，你这样对我，就不怕将来我太古女王去发狠？”神蚕公主笑了，被紫发挡住的另外半张仙颜也露了出来，很是清秀美丽。她伸出一只玉手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砰，她非常的干脆与果断，纤细玉掌按在了这名女王的头上，当场让其破碎。 连元神都没有逃出来，死于非命。现场鸦雀无声，众人连呼吸都快停止了。这可是一位太古祖王啊，说杀就杀了，太犀利与霸气了。连猴子都是一阵吃惊，杀祖王这可是天大的事，会引发族与族间的大战的。就在这时，神蚕公主抬起头来，盯住了天皇子与远古，嘴角露出一缕笑，很是甜美，但却让人惊悚。 另外两名太古王浑身发寒，快速挡在了前方。原始湖的皇族高手也都飞出，挡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心惊肉跳。本章完，第八百二十章危机。小说《遮天》，作者：陈东。神蚕公主如水葱一样的仙指轻抚紫色发丝，洁白莹润的脸上很平静，但是却让前方的古族一阵心惊肉跳。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倒退。 那两位古王也是心中跳个不停，甚至有立刻遁走的冲动。公主殿下，请息怒，你已杀死一位祖王，一切都到此为止吧。其中一个古王硬着头皮劝道：“四爷，人们都吃惊，被杀了一个女王，他们居然忍了，且如此低调，可见神蚕公主威势之龙原始狐的人一上前，将远古护在当中，将其与天皇子隔绝，怕被无辜牵连进去。 恭谨无比，道：“请公主殿下高抬贵手。”周围人们倒全都屏住了呼吸。神蚕公主的威势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让这些皇族都不得不低头，心中在害怕。一大王族能有几个祖王？很难超过三尊。带了一个“祖”字，就等于代表了这一大族地位无比崇高。杀他们，就等于与这一王族开战。而神蚕公主。 抬手就毙掉了那个女王，根本就没有一点犹豫，干脆而果断，无所顾忌，不得不让人发毛。请公主息怒。此时，火灵洞的皇族也上前帮着求情。公主纵横太古时，诸王必退，何须计较这些？就饶恕过他们吧。血黄山的人也开口。神蚕公主紫发垂落，又遮住了半张仙颜，嘴角微翘，有些冷语傲。 盯着天皇子与远古道：“不要自恃出身高贵，仰仗父辈余荫算不得什么。惹恼了我，全都杀个干净。”天皇子如遭雷击，脑后的九道神环差点崩坏，身形一阵摇动；远古更是一阵颤动，左眼中的那轮黑日，右眼中的那轮血月，险些被化掉。公主就在这时，神残岭的人也出面了，上前帮助求情。他们也有些担心。 自家的神威公主虽然公参造化，但是却毕竟还没有天下无敌。若真的杀了两位古皇子，神蚕岭日后的日子别想好过。那些太古祖王会疯狂的，说不定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干掉神蚕道人。神蚕公主扫了他们一眼，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了。这让其他人长出了一口气。这可真是一尊犀利的女神，清新美丽，但是却相当的霸气与强势。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人们心中都有一杆秤，猴子一脉虽然人丁稀薄，几乎死绝了，但只要跳出来一个就够吓人，都开始对其礼敬，真正从心底认可他是地位显赫的圣皇子。神蚕公主向叶凡表示了谢意，而后又具体询问了荒古深渊上九株神药的情况，蹙起了眉头。那是属于神蚕一族的不死药，原本生长在神蚕岭上，内蕴大道碎片，是该族的无上瑰宝。 怎么落在了那片深渊上？他想到了一些往事，但却难以那些记载串联起来。当年古药自行飞遁而去，连神蚕一族的盖世大圣亲自出手，没有拦住。有时间我去走上一遭。神蚕公主道：“公主慎行，有她族谷王曾去过，但却铩羽而归。”神蚕岭的人劝道：“我知道了。”神蚕公主点头。 他肩头上的小生灵也哼哼唧唧，翻动大眼白，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小家伙，还记得我吗？叶凡笑着问道。旁边其他人都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在这尊神女面前大声说话，而他却不在此列，顿时让很多人羡慕。哼哼唧唧，小乖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以一只小爪子牢牢的抓住神蚕公主的一绺秀发。 小心的的防备他，生怕被拐跑一样。没良心！当年你渡劫时，是我帮你冲过去的。叶凡想摸他，结果惹来一阵哼唧声。远处，太古各族都暗自皱起了眉头。人族圣体，这是要拉拢神蚕公主，想让神蚕岭站在他们那一边吗？有了一个猴子，已经够乱了，再加上那些神蚕，谁都要忌惮。人族的路在自己的脚下，别让帮不了。 神蚕公主这样说道，并没想要介入各族的纷争中。叶凡、李黑水等人如果说心中不失望，那是假的。这样一位超级援助却不能争取过来。然而，他们却也知道，各族间很复杂。神蚕公主要为神蚕领着想，是不会轻易步入乱局中的。封神榜一出，涉万族。然而，还是有部分古王坚信，无始大帝早已作画。这次盛会。 他们会亲自前来，最终神蚕公主带着小乖飘然而去，就这样走了，轻灵而洒脱，仅留给叶凡他们这样一句话。在场的各大部族都放下心来，只要神残岭的公主不站在人族那一边，什么都好说，不然还真是让他们忌惮。叶凡他们心中却是一沉，这可真不是一个好消息，连封神榜都出来了，依然有古王不信，情况太不妙了。时间无多。 万族盛会真正开启时，这些强势的古王就会降临，恐怕将有一场大乱，甚至是大祸，连五史大帝的封神榜都镇不住他们吗？叶凡、段德都没辙了，这是他们近期能动用的最强大的后手，短时间再无其他办法了。古族不止天皇子一脉了解古黄山，肯定还有其他人深知一些秘密，不然绝不可能这样深信五史大帝羽化成灰了。 然而，人族自己除却叶凡几人外，都相信无始大帝还活着。这几日间，北域人族跟沸腾的水一样，到处都是喧嚣声。他们根本不知太古一些古王在冷笑，依然有少部分人没有被镇住，这是一种大患。瑶池内也是如此，人族许多教主以为掌握了主动，有了很大的话语权，却不知道有古王在森然俯视，这可怎么办？李黑水蹙起了眉头。 见到瑶池内人族的情绪高涨，他充满了忧虑。究竟是谁控制了封神榜？他会不会出现？到时候能够出来震慑一番吗？叶凡道：“该会不是那只狗吧？按照他的身份来说，多半是一个在破雨立间徘徊。而今真正在地的存在，毕竟追随过无史，断得神神叨叨。难道真是黑皇？不太可能吧？就他那贪婪而又无耻的样子。” 怎么可能是一个高手？叶凡摸了摸下巴，实在难以将黑皇想成一个得道高人。那个混蛋见宝眼开，连熟人都抢，比断德还缺德。而今人族极度缺乏强力高手坐镇，大会一旦召开，形势恐怕会非常的不乐观。将这具圣壳先藏起来吧。既然有强势的古王将登场，多半上来就会立威。既然不相信无始大帝活着，说不定。 他们会直接先杀掉你们唯一的圣人。猴子仔细思量后，说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他对古王太了解了。是啊，一具圣壳难以设伏，毕竟不是真正活着的圣人。万一将吞天魔罐震落出来，发现是一具死壳，那后果就更不妙了。段德也道。在这一刻，叶凡他们感觉到了一股冷冽的寒意，像是一阵秋风扫过，万叶凋零，一片萧索。 叶兄，一别十二年，今日不醉不归。不远处，大夏皇子走来，久别重逢，一脸真挚的笑意。叶凡暂时放下忧虑，迎了上去，对大夏皇子问好后，又笑着对旁边的白衣小尼姑道：“小师傅越来越漂亮动人了，嫁人了吗？”厉天啪的一声展开了折扇，一步三摇道：“小师傅芳龄几许？可愿与我共参佛教庙理？ 当年如一个精致瓷娃娃般的小尼姑已经长大，但一双大眼依然清澈，还是很依赖自己的兄长，躲在后面气鼓鼓的道：“你们没有一个好人。”嘿嘿，一群人干笑，自己都觉得这样亵渎一个佛教青春小尼姑有一种罪恶感。大夏皇子笑了笑，倒也不生气，知道这帮人不敢针对自己妹妹怎么样，也是就口上占占便宜而已。月空兄，这边来。 李黑水眼间见到了刚进入瑶池的天妖宫一群人，呼唤他们的少主，妖月空英气逼人，一身紫衣烈烈，风采远胜从前，也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精气神近乎沸腾燃烧。叶凡，黑水兄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们，妖月空很激动。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怎么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大夏皇子问天妖宫少主，我闭关十几年。 终于将身体调理好了，妖月空道，众人都知道他身为天妖体，本应睥睨同辈才对，但却因还未出生就被人在母体中算计了，导致他一直虚弱，不能展现出天妖之威来。恭喜！一群人全都送上了祝福，向他贺喜。不久后，姬皓月兄妹也来了，随即加一群老古董进入瑶池。他们并不是与叶凡他们一起北上的。 瑶池圣女将这两人引了过来，一群故人相聚，分外热闹，暂时忘记了人族前路的迷茫，忘记了心中的忧愁，在一株古树下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昔年的一些熟人不断加入进来。当男妖与其祸水到来时，还带来他们不算多么熟悉的中皇。难道是他？我怎么觉得恍惚间见到了一位故人？中皇的一句话让叶凡与段德都是一个机灵。 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关注，所以模糊的听到了。这些人聚在一起，毫无疑问是一场小盛会。猴子拉住神残道人，很拼酒；男妖与中皇以道术练气对饮。叶凡掐住段德，用一个酒坛子堵住了他的嘴。神王体积皓月与天妖体妖月空探讨体质。瑶池圣女齐祸水、姬子月，小尼姑则各有仙姿，争奇斗艳，也都在小影，姿态动人。轰！ 终于，该来的还是来了。有强势古王降临，神钟大响个不停，一股铺天盖地的圣人气息汹涌进瑶池，根本就不加掩饰。一个生有龙头、浑身神光缭绕的古王大步走了进来，所过之处，所有生灵全部不受控制的叩拜了下去。这就是圣人级的威压，一般的修士根本承受不住。他径直向人族群体中走去，结果扑通声不绝于耳。 全都被他的气息压得跪倒在了地上，圣人之威不可抗。他这样显然是有意为之。大步向前走来，冷笑道：“我听文人族出了一个圣人，真是难得。过来一见，让我看一看是否名副其实。”他大刺刺，带着一丝杀机。神蚕公主与猴子所说成真，强势的古王刚来一人，就想血杀人族的唯一圣人。本章完。